又好，昨天休息一天，今天更棒，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怎么样啊？你们都煮得很开心啊？我很多顾客分享啊，煮得很开心啊，不愿收衣服，不愿抹地上，真的有这种事情啊？哇，那个顾客分享的特别很好，他说煮东西又好吃，很棒，我家里的锅全部丢掉了。还有一个顾客买我的刀，买我家刀，家里的刀全部大小都丢掉，一只刀就够用了。哎呀，太好笑了，你说可爱不可爱？顾客讲，哇，太好了哦，因为有，只要买一样东西值得买的，价钱也不高，就是很棒哦。我们的网络平台很多东西卖的，我们改天去进很多品牌给你们买，就是你们一定要分享，分享出去，我有赚钱，你们也是享受 ，OK？ 不用担心，保证都是韩国货，不用担心啊，都是韩国进口的，全部都是韩国进口的，很棒很棒的哈。啊，今天煮很多东西，今天我看一下那个，啊，我看一下这个，这个是鸡胸肉。啊，鸡胸肉我拿来切一个丁丁丁丁丁丁丁的，拿来放那个麻油，啊，胡椒粉，盐，酱青一点点，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哦，蛋清一个，啊，我这样拿来腌，腌了等一下放下去，拿来炸一下，拿来做那个蚂蚁上树咸蛋，咸蛋的 ，OK， 咸蛋的，今天一个菜这样哈，这个一个菜。然后第二个菜顾群众要求，今天就煮椰浆放给顾客看，顾客讲里面看很长时间，我不要再看了，我说你今天再进来看哈，再进来看，我今天是煮那个椰浆爱心，一个安迪顾客爱心的，这个他昨天送货送去，这个是purple color 的，他拿来给我，然后完我放下去煮饭，椰浆饭那样一样的哈，用这个拿来煮椰，跟它水拿来掺下去，很棒，很香，好像你外面吃的马来人的都有哈，都 OK 的，这个我5分钟就搞定了，哦，还有啊，你看安迪给我的咖喱叶漂亮吗？我巴沙买的没有这么漂亮，昨天安迪送货送去，给我的工人拿回来，太棒，那个椰浆很香。不是，这个不是也讲叫 sorry， 这个是这个什么叶啊？我讲的我忘记了，咖喱叶很香很香的，好、哦，咖喱叶很香的，还有炒一个青菜，豆啊又还没有洗掉它，水还在里面啊，豆，炒一下豆炒菜啊，炒一个青菜呀、啊，青菜荷兰豆拿来炒一下就很好吃的，啊，还有炒一个。今天我儿子很喜欢吃这个粿条，这个好像黄的粿条，拿来炒也是很棒的哈，炒这个粿条也是很好吃的，我粿条也是，我没有什么功夫啊，我粿条也是这样，菜一点，鸡胸肉我放一点过来啊，放下去，然后这个红萝卜这样放下来，哎呀，我老板拿过来的这个碗还不错啊，很多作用，我家里没有碗。哎呀，很漂亮，可以装很多。这个是咸蛋哈，咸蛋拿来煮那个鸡精那个阿嘎嘎啦，我也没有很认真，最主要我很多粉丝都讲很棒，拿回家都会玩的，玩得很开心，不用烦恼 ，OK， 不用烦恼哈，因为这种玩的你煮了家里不用抹地，煮什么东西都快，又好吃又快。这个就是值得的，值得哈，因为不需要一定要买多百多块的窝，只要你买一个我家里的窝，哇，那你开心了，不会后悔的。我早上啊，哇，一个顾客呀，他家里的跟我买几个窝，1、2、3、4、5、6、7个窝还在用啊，哇，很开心啊，很多年了，这那个顾客是住威斯科的，很多年了。哇，还在用啊，太美的那种白灯窝，很多颜色，有青色，有冰咖的，什么颜色都有，很漂亮啊，他今天拍给我看，哇，好美好美哈，现在我这个拿来弄下去，等一下炒一下，跟它压紧，这个要不要跟它弄紧，很硬啊，冰厨拿出来，等一下炒一下，它应该炸就可以了
OK， 麻烦你们的里面有几个人呢？有几个朋友呢？80个的 ，OK， 80个我就可以教你们煮东西先啦，好吗？都可以的，没关系的哈。哦，慢，我只能慢慢来。没有，我先煮这个，这个水先煮这个哈，因为我的锅煮东西很快的，先煮哈。这个，你们有煮了吗？都有煮了吗？买我这么漂亮锅，放在家里都值得。我很多安迪讲我没有煮都看了。高兴，我放在厨房，厨房本整个变成高级的高级的厨房了，因为很美嘛，看了很多嘛，对吗？看了很多，很漂亮啊！每一次都给你们惊喜，惊喜的惊喜。OK， 那我现在放下去，这个我刚才有洗的，我放下去拿来煮啊，跟它煮了，它啵啵开了很多出来。我以前有看过电视，看到人家做那个。做那个一层一层的糕啊，做那种马来人的那种粿呀、啊，马来人的那种粿呀、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哈。啊，给它煮滚，滚了，等一下这个水跟它放进去，啊，煮一下滚哈，都可以的哈。最主要你们买回家方便，方便哈，开心，不用油烟，没有油烟，还有一个特点，不用一直抹地上，还有煮东西很好吃，很多安迪讲我不会煮的都很好吃。Very good， 今天顾客一个早上一个，也是年轻人，我都是年轻人比较多。然后他跟我讲什么，糯米饭煮好了，还有煮一样菜什么，我看的都忘记了。我哦，煮三菜，鸡蛋、皮蛋、咸蛋，很多蛋啊放一起成功。他说为什么嘛，煮出来不会变色。哇，这个就是完美咯，你懂吗？嗯，完美。他还是用这个二号的，可以煮到4个人、5个人吃。这个二号锅很美的，很漂亮的哈，但这快点来抢，因为这个锅卖完结束没有了，因为很贵呀。刚才我跟我老板讲再拿一点嘛，哎，他跟我讲什么嘞？啊，批发30块，卖30块，哇，别啊！我说不要这样啦、啊，这个给我一天 Facebook 吗？这样打广告吗？你爽我爽，大家一起爽嘛，对吗？他跟我讲什么？人家批发30块，你卖30块，要修了。今天煮的是什么啊？啊，今天煮的是什么哈？那是什么？我这个先放下去给它滚，它一下子就滚了，金锭棍了，金锭棍。OK， 顾客讲拿煮满满的会滚出来啊。也是啦，反正开心，最主要开心，对吗？因为我的东西很棒嘞，你懂吗？如果你第一次跟我买啊，你最开心的，为什么呢？又漂亮，又不会重。又很好玩，什么东西你要想煮都可以的，出的东西放在里面都不会坏的，不用担心这个锅，保证好料，保证好料哈。OK， 我现在放下去煮这个，给它煮出来。因为啵啵咖的紫色的要煮出来，这个是花啊，一个安迪家里自己种的，很漂亮哈、哦，他种给我的。我们昨天去送锅吗？他是我的顾客，拿顾客来的。然后完他这个看我煮那个，他说你去煮那个椰浆饭，煮得很漂亮。OK。我现在再加一个，声音会小声吗？有声音会小声吗？应该 OK 了，可以的、啊，慢慢慢慢就煮了，大声了。有些粉丝说很小声、啊，很小声啊，因为昨天休息，今天就没有什么大声，等一下就很大声了，玩得更开心更大声。你们要玩得开心，跟我写的分享多多，爱心多多，我就讲得大声了。哎呀，还有顾客讲美容膏很好用啊，好棒哦。那美容膏很棒哦，谢谢你们啊！顾客买了再买，买了再买，买了再买，哇，太棒了！他说很爽，擦到脸上很爽。顾客跟我讲，你刚刚播的时候嘛，没有这么美的，为什么越播越美？OK， 我跟你讲一下，因为呀，一个月在家，我在家我没有出门，没有擦，也出门我也不用擦，只有电视，吃饭。睡觉是这样的，对吗？没有茶，然后我有播，有播这个有茶，每天都有茶了，然后越茶越好，越茶越好。我也没有去美容院，现在美容院也没有开吗？我没有去美容院，就是茶这一支啊，我什么都没有茶、啊，我只要洗脸用肥皂洗，肥皂现在没有货了哈，肥皂洗好了我就擦这个，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有擦的哈。OK， 这个我煮好了，跟他放住那边。他等一下，这个很快就滚了哈，啵啵开了的，煮好了，然后放住那边，等一下跟他拿来煮那个饭嘛，好，家里的记得买我的锅，这样冲水就好了，
我一般来说，我家里的都是这样冲水就可以了，我很少用肥皂洗。然后你们在家里如果有干净的布，拿一个这样，这个很重要，这边很重要，一定要抹干净，不可以这边油倒出来再放火里面，看了就不好看了。照你讲，昨天煎这个三文鱼，厨房不会有味道啊？保证嘞，不会有味道。这个跟你个人低，因为我家里是open的厨房，开放的厨房，我家里的。很喜欢吃三文鱼，但现在三文鱼有一点怕了，因为天天都在吃也怕嘛，都是要换口味，好吗？还有一个特点，衣服不要一直收，保证没有味道，这个跟你保家，好吗？因为我们每天都有煮，我们厨房是这样开放的，好吗 ？OK， 那我现在就教你们，先煮饭嘛，就煮饭嘛，煮饭给你们看嘛，好吗？因为有的顾客要叫我煮，我一定要煮给你们看。我说你再来看我，不煮再来看我，分享给家人出去，很多东西吃，好吗 ？OK， 我现在煮饭，你看，生煲很多，要卖完了，今天结束怎么办？四个生煲，伤脑筋啊！啊，四个生煲，因为我煮好了没有卖给你们的，我自己用没有卖给你们，为什么呢？道理的问题，如果是马来人买怎么办？我们有吃猪肉的嘞，我们良心过意不去，懂吗？啊，有的人没有吃猪肉的嘞，懂吗？啊，我就是自己有开生煲，就是自己用，没有的。好 ，OK， 那我现在呀，我放下去，我拿来煮。哎呦，我的妈哦，那个出炉时的 ，OK，OK，OK，、OK, OK, 哎呦，拿这个呀，然后我现在煮那个椰浆饭给你看，椰浆饭啊，椰浆饭。椰浆饭很什么的，很simple的，很容易的。椰浆饭就是放椰浆跟这个你喜欢的青色，就把它捏搅水放下去咯，好吗？把它捏黄水放下去哈，都可以的。那我现在开火，很多安迪就去买第二个电炉嘞。安迪跟我讲的，网站有卖的，网站有卖，你们去买这个咯。如果你家里煤气炉不喜欢用的，用一个电炉咯，也是很方便的，好吗？这个电炉呢，这个牌子。很好，也是不错，你们也是很值得，好吗？不用买太贵的东西，够用就好，不用买太贵的东西。坦白讲，好、哦，等一下有的厂家会骂我的，要求啊。OK， 那我现在放下去啊，我放一点油，椰浆饭，你们在家里可以放什么东西，自己都喜欢放啊。我是跟你讲，我不用什么东西的啊，我都可以玩得很开心的。OK， 那我现在这个里面放一点油，放一点油。这个放一点油，油放下去，啊，给它热好了啊，热好了就可以放下去啊，都可以的哈，很漂亮的。哎呀 ，T秀跟我拿一盒过来展哦 ，T 秀。然后啊，这个米，首先这个米啊，我有，这边有四杯米的，四杯米啊，安迪姐姐妹妹们有四杯米啊 ，OK， 四杯米，我有掺一点点糯米，你如果要煮啊。砂锅饭还是芋头饭还是这个椰浆饭，糯米一定要买一点掺下去更棒更好吃。为什么呢？糯米本身是软嘛，软米是硬嘛，掺一点下去，放一点下去就可以了，很棒。好，看这样放下去，我现在这个米我是洗干净的，把它放下去去炒，这个啊，放下去去炒，要米啊，砂锅饭也要炒嘞。阿弟跟我讲，米放水放鸡肉不好吃的，料一定要炒，炒了炒米。香菇香米炒好了，炒米 ，OK。阿弟看我啊，早上打来呀，看我，我现在炒米，也没有油烟，好 ，OK， 放下去。十分钟，十分钟就熟了啊，十分钟就熟了。那我现在煮这个，我故意煮多多啊。其实你们在家里要四杯米呀，四杯米呀 ，OK。啊，如果你家里的没有这么多人，就用小的做好吗？小的做好吗？OK， 不是算到 selling， 不是算是 free one 啊。嗯啊，对，一号的没有 selling 的啊。但现在你可以跟我进来。我现在呀，因为货剩下一点点的，今天应该这个我这个窝卖完了。你们可以分享给你家里人，不会后悔的。因为这个卤肉也是很好吃的，卤肉一下子就熟了，好吗？把这个米我拿来炒，要炒到一粒一粒的米上来，不可以这样放水放下去，没有那个香味。好吗？没有香味，几分钟就熟了，不要浪费电，不要浪费煤气，很快就好了。放下去炒，炒了一粒一粒的米上来。一号、二号，我今天就拿来送给你们。你们如果要买的话，是25块的，
啊，没有放在里面的哈。这今天做promotion最后了，我们做给你们，很开心的，很好用的。啊，我现在等一下，期待我等一下给你们惊喜，啊，好。因为要卖完了吗？这个剩下50多克了，完了，结束了啊，没有了，这个4号也没有了啊。我现在拿来炒，炒了一粒一粒的米上来。等一下专你们煮椰浆饭，椰浆饭做好了，我们做鸡肉给你看，鸡肉也是很漂亮的做出来。看到安迪问我身份要不要卖，不要啦，你们买新的啦，现在不贵呀，这个窝不贵呀哈，谢谢你们啊，我以前在那要在巴沙做啊，一场完了，问安迪要不要买。身份要不要买？当地很好笑了，要现场嘛，现场嘛，哈、哦，有的顾客看了喜欢就可以了咯，哈、哦，啊，对 ，OK， 好了，因为我不可以了，自己嘛，啊 ，OK， 然后啊，有的送给人，有的人又不喜欢，有的人送给你，我、哦、要不要这个温度给你？不要，啊，你如果送给他，他会害怕，OK， 这个饭炒好了，他进定了，很快就炒好了。对啊，炒好了，你们在家里如果有吃这个饭的呢，有一点咸味，你这个盐啊，盐也放下去炒一下咯，它有一点点咸，有一点甜，你自己的味道都可以放进去哈，都可以的。这个我有放一点糯米哈，你们如果煮椰浆饭的顾客哈，啊，顾客都煮得很厉害，比我还厉害。哎，这个看一下，OK。这个啊，放下去炒啊，炒了一粒一粒的米上来，看到吗？看到吗？很清楚哈、哦，看到哈、哦，这米炒出来很漂亮嘞，不用拿来蒸嘞，5分钟就搞定了嘞，啊，在窝里面煮嘞，啊就可以了啊，不用拿来在里面煮就好了，保证让你开心的材料，开心的材料。OK。我炒啊 ，do the level first 啊 ，we don't will tell you the 等一下教你们，你们看我煮。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很开心的煮饭，因为家里没有油烟，很多人都期待，好吗 ？OK， 我现在炒好了，这样炒好了，炒了一粒一粒的米上来是吗？看到吗？一粒一粒啊。那我现在这个安迪给我的这个，我就这个水就放进去，好吗？放进去。我换一个筷子。我一等你在同，对，我们在中邦卖过的、啊。也中邦好多人买的。看这几天很多我的粉丝回来了，很多我的巴沙的粉丝都回来了，谢谢你们哦，太开心了咯，太开心了咯，开心的冒泡咯。OK， 好了，这样放下去，现在这个就是完美的节奏，完美的节奏。哎呀，这种啊，啵啵咖的，哇，美到完。OK， 那我现在要放水，放一点水。加点水呀、啊，不能太多水的呀、啊，水盖过米就可以的，水盖过米就可以，这样的米就可以的呀、啊，不能太多水，因为有泡水的，泡20分钟的米有炒了，不能太多水呀、啊，太多水两滴滴的磨合下来，好，两滴滴磨合下啊，这样好吃。那我就开始放椰浆啊，那椰浆今天没有新鲜的椰浆，没有出门，今天没有出门就这样嘛，将就一点，啊，今天没有出门就买这种椰浆。这个哈，这个也可以放下去哈，是不是煮椰浆放这个椰浆啊？是吗？因为我不得不得的，我很不得不得的，我是不得拼来的，不得拼来的。OK， 我现在这个椰浆放下去，椰浆都倒一点点，有的人不喜欢太油，椰浆倒一点点下去哈，这个才算椰浆饭。哇呀，很香，香到完，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能太多水呀。记得一定要用最小的煤气炉，一定要用最小的煤气炉啊 ！OK， 你家里的自己如果会做糯米饭，拿来做这个呀、啊，拿来包也是很好吃。糯米饭啊，拿来煮了这个卡勒，安迪这个给我的这个卡勒放进去也是很美的。然后用最小的火，我再放一点点，我怕它水不够啊，再放一点点啊，这样啊，阿嘎嘎就可以了啊。非常贵耶！啊，这个米很贵，很好吃的。OK， 好了，然后你们在家里。盖住水缸关火就可以了。卡勒安迪给的咯。多一点卡勒呀。哦，我儿子讲多一点卡勒，他很喜欢吃的。这个卡勒放下去咯。OK， 然后你一定要用最小的火啊。没掉啊。没有了。做好了。我的盖去了哪里呀、啊？哎，盖去了哪里呀、啊？这个跟这个盖一样的。咦，
你为什么变成一个个羊去了哪里羊 ？OK， 然后这个你们放下去，用最小的火煮，最小的火煮五分钟关火，水刚关火就熟了，好吗？水刚关火就熟了哈 ，OK， 很快呀，我煮一下子就好了，不用人家家里呀煮鸡肉煮半个钟头，我十五分钟保证让你洗完的，是不是？很多顾客都买了。是不是煮五分钟、十五分钟就好了？鸡肉、白斩鸡十五分钟就好了，不用煮太久，保证你，因为我的韩国我保证那你喜欢的，好吗？保证你能喜欢的呢。这个也焦化的很美呀，嗯 ，OK。嗯，再放下去，水刚关火，好，这个拿一个盖子来，盖子去了哪里呀？真奇怪呀。OK， 这个水刚关火就可以了哈，很棒很棒的哈，那你们开心，我也开心，好吗？大家一起开心啊，很漂亮啊，很多阿弟讲，哇，放在家里有这么美呀，因为这个韩国我做的 color 做的很美，那你们这个也不是那种喷漆的 color 嘞，是陶瓷的 color 嘞，里面也是陶瓷做的，外面也是陶瓷做的，你懂吗？好像你们这个 color 都是陶瓷的。不是喷漆的呀，不是喷漆的料吗？都是陶瓷做的料，陶瓷做的料，很美的料。OK， 水刚关火了，哎呦，美的冒泡咯、啊、如果你家里的不多人，你用这个锅煮也可以的哈，这个锅也可以煮哈，这个锅我今天这个锅拿来送给你们，都可以的，好，都可以，因为这个锅要卖完了，剩下一点点的送，你今天啊，送给你们，很漂亮。来，我现在这个也好了，我现在拿一个东西拿来装。水刚关火，水刚关火，也水刚关火，不用煮了，它自己会熟的，自己会熟的哈。我今天再教你，有的顾客，新的顾客看不到，有的没有耐心嘛，在里面看没有耐心。我今天教你做那个淮山甜饼，好棒。二号也可以煮啊，什么二号都可以煮的，都可以。我的锅一般来说这个锅都可以煮的哈，都可以煮的。来，我这个饭也好了，很快也。PM us to order 啊 ，PM 啊，别等一下跟你讲价钱。不会后悔的啊，因为今天有新的一个 pattern， 这个是母亲节卖到爆红，今天又来了，母亲节那时候卖到爆红，很多人抢这个，但今天又来给你们哈，很漂亮的窝哈，富贵亲又来了，啊，这个大的窝，武汉窝没有来的啊，那个拜拜了，新加坡没有了，韩国买才有啊，对啊，这个是ceramic cooker 啊，啊，这个只可以用那个煤气炉。电陶炉 ，OK， 电陶炉哈，电陶去买电陶炉，这个电陶炉很好，电器店买的50多块，54.9块，你们也可以上网。小火啊，小火啊，都是小火就可以的。Gas 一定可以用的。啊，煤气炉更棒啊，真比煤气炉更棒啊，不用担心，煤气炉什么锅都可以用嘛，就是因为我的锅电炉没有炉烟，你家里的锅如果用电炉很多烟啊，受不了啊。你用我的锅试试看，吃火锅，吃火锅也是没有烟的。你家里的锅白干的，吃火锅嘣嘣嘣烟那个上来，头发也臭的。保证你去吃火锅，那你们没有油烟的吃火锅，保证嘞。因为我很多都是韩国锅，都是没有烟的，没有烟的哈，都可以的。OK，这个放好了。这种锅不用高温啊，不用高温，因为我都是用一半的火候多一点。就可以了，好吗？不要用大火，等一下我炸东西给你看，我也是用这个电炉。你们用电煮炉的顾客完全不是说很理想，你可以去买这个电陶炉，可以买去买，很便宜的，这个上网买啊，这个牌子。如果你等一下买我的锅，要买这个电炉，我帮这个公司打广告啊，要命呀，一分钱没有打，没有钱赚啊，帮他打广告，因为要分享给你们。这个很多安迪上网买了，50多块而已。这个电炉50多块而已，这个是马来西亚一家品牌做的，我也不知道哪一个的，因为我自己买的很好用，就分享给你们哦，好吗？因为我买的过年买到现在很棒哦，啊，都可以的。OK， 这个放好了，我不煮了，我因为我有保温的作用呢，因为它底下厚啊，有保温的作用哈。OK， 我这个放啊，这样看到吗？水刚关火就熟了，水刚关火就熟了。OK， OK， 我到现在煮那个蚂蚁上树，没到啊。OK， 我现在是这个是我那天炸了油火也没有倒掉，我懒惰洗呀。OK， 我现在这个锅放下去炸东西给你看。OK， 炸那个这个鸡胸肉，鸡胸，因为我孩子有做那个什么健身，
他只吃鸡胸，没有吃别的东西，好吗？那我今天去买那个鸡胸肉，鸡胸肉啊，我现在拿来做给你们看，很漂亮的。我现在油放下去给它热，油温给它热，拿来炸。炸一般来说嘛，你们在家里炸都是用这个粉哦，很多粉啊，这个是吗？你们都是用这个粉吗？木薯粉还是薯粉是吗？我今天就用这个番薯粉嘛。Green color pot 24cm。啊，也是 24cm， 它的 outside size 比较大，你懂吗？它的 size 比我这个煮的还大，好吗？我就用这个番薯粉拿来炸哈，我放下去炸。The brand of the cooker is a Mitras 啊 ，Mitras。不用这样，你们等一下期待，我等一下炒粿条给你看，我用那个七色的锅炒粿条，这个。期待嘛，慢慢来嘛，慢慢来。我炒这个粿条，哇呀，美到冒泡，美到冒泡。OK， 你们家里如果有这种房啊，耳房啊，去打包那个耳房嘛。我等一下教你们，这个用我的锅炒，炒别等一下耳房的料，海鲜料煮好了点下去，哇，不用去外面打包耳房了，对吗？我儿子看到这一方面很喜欢的 NTC 买的嘞，他昨天自己买的嘞。他说看到这个大大的粿条，哇！我说妈妈今天煮给你，哇，很美哈。OK， 那我现在油给它热，高温一点哈。我现在拿一个筷子，很漂亮哈。然后这个筷子你跟它搅一下，这个粉放下去搅，家里的薯粉都可以的，好像炸一点那个拿来，等一下再拿来。煮咸蛋的啊，拿来煮那个蛋的咸蛋，因为是咸蛋那天吗？那天做那个咸蛋虾还有吗？我今天就煮掉咯，这个煮也是很好吃的，鸡肉拿来煮也是很好吃的哈，都可以的。什么来着？鸡肉啊，鸡胸肉啊，你喜欢的鸡胸肉啊，我儿子不喜欢吃那种啊，有油的，没有皮的。OK， 你这样我腌了呀，麻油胡椒粉腌好了，等一下放出那边，要炸的时候才放粉，好吗？要炸的时候才放粉。哦，我有放一个蛋清，哈，谢谢你们啊。OK， 我现在炸，这个我也是没有油烟的，保家的，抹烟的，保家的哈。OK， 我现在炸东西给你看。啊，这个都是我老板哎拿过来，不错嘞，很好用嘞，这个碗嘞，蛮不错的嘞。OK， 那我现在放下去。炸东西，炸这个鸡精啊，放下去，它没有油烟的，油温很快热上来的，不用等很久的。回来要做工，回来改天有从出去外面做工回来，一下子东西就炸好了，很快的，煮东西很快就熟了。因为我在家里，我每天外面做生意做回来，我就家里呀，我老公去冲凉，出来就有东西吃的，很快的。要放下去喽，最主要你们要开心啊，因为玩我的东西，哎呀，我有听几个嘞。当便利的顾客嘞，家里的我全部丢掉嘞，太可爱了，哇，全部丢啊，在家里要全部丢西丢到完，哇，那个有一个顾客也是讲我全部东西丢到完，哇，受不了，哇，有你这么美的我在家里的不需要很多我了，因为他什么都可以煮的，他煮汤也可以煮的，什么都可以煮的，炸也可以的，哎呀，不用去买炸窝的，很好笑，哦，来提修拿一包过来呀、啊。因为它炸没有油烟，就是你们开心。炸如果有油烟，你们不开心，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开心，对吗？因为我们家里也是很美吗？不要给它碰，这个肮脏，这边肮脏，我不舒服的。啊，我们炸也是没有油烟的，很漂亮的哦。阿瑞现在跟你买了三个锅哦，不同塞的。啊、他说煮得很快，煮很快，也不会喷。也因为我家里的锅就是这样，我家的品牌就是这样，那你们快，也不会碰，煮东西好吃。菜炒出来不会变色，这个很重要吗 ？OK？ 咦，哇，碎呀！你看，看到吗？孩子喜欢，这个孩子喜欢。Popcorn chicken。耶 ，Popcorn chicken， 哇，好美呀，好漂亮啊！我昨天才学的，昨天才学的，我今天就做给你，好吗？因为这个是我昨天没有做嘛，没有奶满了，对吗？哪怕一奶有，不可以就是要休息一天啊。哇，真的嘞！我妈妈都讲我瘦了很多，瘦才好啊！哇，减肥成功才好啊！真的瘦了3kg，都做到4-5点，不瘦也是假的。每天啊，那你们开心啊，每天都今天接单，
明天就请四个人帮你们送到啊，明天就收得到。如果是顾客呀忘记的，他因为他是生给我手机太多人了啊，有时候啊一天迟一天两天没关系啊，最主要有送到啊。 OK， 价钱等一下再说、啊、等一下再说。那你们可爱的价钱没有，因为这个我要卖完了，我不要了哈。 啊要卖完了就 for no more， 就 for 他嘛，就 for $35啊，还是35，因为剩下我看到剩下三箱了，一箱18个，不多了啊，不多了，我们剩下50多个，40多，收20到30套，我们就 stop 了啊。啊 stop 了，因为不可以的，没有了哈，谢谢你们分享啊，因为这个我也卖完了，谢谢你们，很漂亮的哇，每一个顾客都用得很好，哟、哦，很多啊。我的姐妹嘛，姐妹帮我送货嘛，她说啊，哎呀，全部都是曼哥勒的人帮你买货。哎呀，都是有钱人喜欢这种料，这个料很好的料，高级料，外面卖很贵的。我今天跟我老板讲，哎，卖完了再拿一点嘛。他说不可以呀，我批发货就是这个价钱啊，你卖也是这钱。还有送五号啊，跟你们讲，五号不会再来了，五号没有再来的。所以哦，四号哦，如果你有货啊，快点买，因为剩下不多而已。啊，四号，还有今天加一个这个，等一下我拿来炒那个果条，这么一包果条都可以炒得到，量比较比四号还大一点，这个叫6号，好吗？量很多很大，好、哦，都可以的。等一下做给你看。OK， 这个炸好了，哇哈，这些都有盖啊，颜色的锅都有盖啊、嗯，颜色的锅全部都有盖给你们啊，快点开心，让你们很开心的锅，因为它不会碰到很厉害，你们在家里要想炸。有的顾客呀，家里从来没有炸的嘞，为了我的窝炸嘞，真的，有的顾客家里我从来没有炸的，我很怕碰，他现在为我的窝炸，很多顾客里面都是这样。等一下我们介绍你价钱跟那个size啊。OK， 我会介绍你们，好。你看我煮，等一下我教你，那、啊、我现在这个鸡肉炸好了，等一下我教你做那个蚂蚁上树，怎样炸叫做蚂蚁上树哈，它炸出来的东西很漂亮。顾客都讲炸出来的东西很美很美、啊、你们有炸虾了吗？虾炸的美吗？有吗？很多顾客嘛，他都分享给我的嘛，因为炸的东西也不肮脏，家里也不肮脏，也会碰，也会碰，对的。等一下啊，筛等一下啊，慢慢来啊。OK， 期待啊，一下子啊，我这个炸好了就做给你们看啊，期待我嘛，不紧张嘛，你给我做到我也很紧张去呀。OK， 我现在这个跟他炸，哎呀，不要炸两次嘞，一次脆炸完了，一次就滚分脆的，不要你家里的窝要炸两次啊，不用，啊，这样就很脆的。我都是炸一次，我没有炸两次。我现在做那个蚂蚁上树啊，很好吃的，超级好吃的。OK， 那我用这个送给你们的锅啊。这个是我送的给你们的锅啊，拿来炸哈，这个送给你们的锅，二号一号都可以炸的，都可以的哈。他、啊、不卖的，因为是没有了。顾客跟以前买的那个绿色吗？绿色的好多年了呀、那个那个。啊，绿色好多年了。有点蓝，有点绿的那个。哦。他讲煮了什么人参鸡汤不会滚出来，很好喝的，也不会干，也不会干。我的窝呢，你拿来熬汤不会干水的。那天我煮肉骨茶嘛，也不会干水的哈。多少分量就是多少分量。对不起啊，五号已经没有了。五号已经没有了，结束了哈。今天快点来抢这个，这两个窝也是卖完也是没有了，我们的货啊都没有了。这个窝我今天打给他，再拿一点嘛，他说。我批发给人家也是40块、30多块，挂皮啊！不过我们没有赚钱的，没有赚钱啊。然后啊，我更可爱的就是送一个锅给你们，我后悔一辈子。这个我送的、这个啊、后悔一辈子。一号啊，就是赠送的这个一号。一号啊，送给你，一号、二号啊，送给你们，我心痛死了，因为很多阿弟买回家说很好用，太开心了。哎呀，我后悔死了，送完了。这个也送完了，二号窝也是一点点。二号窝其实我跟你讲啊，其实我新加坡从来没有卖过这个塞，我从来没有卖过，从来没有卖过这个塞，我每次有卖这个塞，我从来没有卖过。好、哦，这一次也是最后一天了，也是找不到了，全世界也是找不到这个价钱了。等一下我们告诉你有什么塞啊，我跟你讲 啊，有什么塞啊，价钱啊都可以的。
哦，这顾客在 Westco 跟你买过32CN 的喔。啊，都买很多，很多顾客跟我买多，都买很多。哎，他们会买我的窝，不是家里一个窝哈、哦，真的。我在 Westco 啊，也是啊，露天生意啊，也是爆红啊，很多人啊 ，Westco 那边700多号那边哦，哇，这次也是很久没有去的，每个安迪流口水的，流口水的。OK， 这个也炸好了，金定的，这个炸好了，我跟你讲好吗？我跟你讲哈。Yes， 甜蜜瓦奇啊。啊，瓦奇最棒的啊！你等一下要点菜点出来，我也跟你做，也可以的哈，没问题的。安迪看了很爽，安迪讲，我的顾客也很多嘞，你好像一直看你呀，很爽啊，买你的窝更爽啊，买你的刀啊，他说买你的刀更爽啊。丢掉了家里的刀哦，一只就够了，很好笑，很棒啊！我的东西都是韩国进口的，很美的料，都是很美的料。哎呀，我现在炸、炸的很美的，这个我拿回家，你拿来煮粥也是很好吃啊，煮粥也是甜甜的，煮粥啊，你们在家里煤气炉最小的火，水米放下去最小的火煮，滚起滚就关火，那个粥就好了。还有 煮饭也是啊，煮饭也是米多少水多少，也是用最小的火煮，水刚关火就好了，不用关大火，都是你家里的煤气炉最小的火，电炉也是用最小的火，慢慢跟它煮，一下子就熟了，好吗？好 ，OK， 这个也炸好了，很开心呀、啊，分享给你们很开心。$15 啊，这个刀因为是我们出口去日本的，有一个品牌的，这个有 logo。有那个就是说最好的刀，因为日本人吃那个生鱼片啊，很腻的刀。你们就是家里买回家一定要小心哈，一定要小心。这个玫瑰刀不会脱的哈、啊，保证不会脱，保价不会脱啊，我跟你保证，因为我家里的全部用这种韩国刀，都不会脱的，用很久的都不会脱的哈、啊。OK， 写账好了。Can use on gas stove and ceramic cooker. 都可以。就是说你们在家里有那个电陶炉，如果你家里有装那个一个炉的那个电板啊，有一个不可以用，一个可以用哈，好吗？都可以用的。好的，这个直接炸好了，炸得很脆，脆脆的。这个你看不用很多油，你家里的很多油浪费油，不用，我都是一点点油就够了，足够了，足够的分量哈。 OK， 不要太多油啊，油也是钱啊，电也是钱啊，水也是钱啊，都是钱啊，你懂吗？不要一直浪费电，因为这个油炸了很多天都不会倒起来的，因为我在做示范嘛，我那天炸薯条、炸鸡翅膀我都有炸过了，我没有油没有倒掉，还是在炸，还是在炸。OK， 我这个炸好了，好漂亮啊，很美呀、啊，顾客玩得很开心呀、啊，很美呀、啊，有一个安妹呀，有一个几个安弟呀，哇，介绍很多人给我，谢谢你们啊，太美的，有的顾客呀，叫那个 Michelle 来我家拿物啊，太感谢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哈，谢谢啊，谢谢你们啊。 OK， 我现在这个油啊，油没欧啊，你看到吗？油不黑，油不黑，当我现在放下去，我用这也是用这个窝，今天都用这个窝煮给你们看。好，现在我拿来做那个咸蛋，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我就用这个窝煮，因为这个窝比较矮一点，看不到啊，看不到我就用这个窝煮好吗？我这个洗的水还在，因为我铺住那边两天了，就是拜一那天煮到现在了，我这个都是放住那边，不用收起来。OK， 这样放下去，我给他做这个给你们看，这个炸好了嘛，他教你们做那个，你也可以拿来煮酸甜。有的顾客喜欢酸甜的，我今天是煮那个咸蛋的，咸蛋因为买了很多天了嘛，要煮完它，不然的话我不喜欢东西放很久冰储，等一下有味道，好吗？我现在这个放下去蛋，放下去给它压一下，压给它暖。哎，其实很厉害的嘞，从来没有煮的，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的，第一次就成功。这个我也是刚刚看的我就煮给你们看哈。 OK， 我这个蛋要放一点油下去，也油下去给它暖暖好了，等一下压压压压压压它就暖了，好吗？你们在家里如果有那个咚吹吹吹吹吹吹一下啊，我什么都没有啊，你跟我讲家里有咚咚吗？我哎呀，应该我要用这个刀压，家里忘记了，等一下应该刀压更快嘛，
我家里有这种刀嘛，忘记了，等一下拿出来先，关火一下，跟他压一下，忘记了。嗯，我听啊，还有查理都说你的锅很好用，也很好用，轻轻的，啊、又好用，又快熟，要快熟，这很重要，又保持原味，很好。他的菜炒出来会变色。谢谢你们。嗯，那我现在用那个刀啊，刀拿来压一下，忘记了。刀压哈，等一下教你们做。那我用这个大的刀去带哈，18号货彩绘刀哈。OK， 这个大的刀。啊，你一定要看啊，所有的 box 啊，你可以去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的 page 啊，可以看得到。压一下，因为很硬啊，放在冰橱结冰啊，放在冰橱结冰啊，这个结冰拿出来的。哦，今天买到粉了，很好啊，啊，今天就可以煮了，棒棒的哦。棒棒的，有一个顾客跟我讲，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很开心啊，嗯。哇，疫情啊，真的有该在家里煮了很开心，因为外面的东西吃了怕，你打包出来回来未必你好吃，对吗？嗯，我家10个锅都是跟你买的，耶、yeah, ，都是顾客喜欢我的锅都买很多的，还要再买呀，开心吗？我在巴上没有煮的都很多人买的，我不用煮了，很多安迪迷死我的，家里一直买我的，因为他煮在家里不用抹地上，他们很开心的。有的安迪都有做过吗？不用抹地上的，很开心的。OK， 我现在这个鸡蛋也好了。嗯。哦，这位艾瑞莎，她以前给你买那个锅铲会站的哦。啊，那个啊，在这边啊，跟锅铲站的，我还在用啊。烧冰锅也是很好啊，也我的东西都很好的，嗯，很容易洗的。我的东西都是韩国那个名牌货吗？我们订的要订最好的东西给顾客。我才卖得开心，没有赚钱不愿意。那个砧板啊，也是没有赚钱。你问顾客，我们这组烧饼都有卖的，烧饼都有卖的，没有赚钱的。这个玫瑰刀也会脱的嘞，你外面买的那种玫瑰刀会脱的嘞。很多阿弟讲我巴沙买的，哎呦脱，我儿子呱呱叫啊，脱了水果里面都是这个东西呀、啊，我这个东西都会脱的哈，不会脱的。OK， 我现在不沟通了，等一下我再油放下去，这个蛋跟它烤到美美的。CP5 如果新货再来跟 CP5 会有同样的款式吗？没有了，没有做了。CP5 没有做了呀、啊，谢谢你们啊，没有了。我今天刚刚问老板了、啊，再来一点嘛？没有了，不是再来一点 ，OK？ 四号锅可以煎鱼、炒菜，可以。今天这个大一点，今天这个大一点，大一点哈，这个 CP6号大一点，好。啊 ，Alice 问啊。他在用的就是 CP4、哦、啊，这个我是4号的，我今天啊最后了啊，结束了，磨掉了，谢谢你们啊 ，Thank you， 很多都卖到完了 ，Thank you 哈，一个礼拜就结束了。哎，这个饭你们看一下，这边看得到吗？中间看得到吗？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OK， 顾客看一下，每道泡冒泡，5分钟多一点啊，你炒一下，最多10分钟就好了，你懂吗？最多10分钟就熟了，汤里面不粘底，其他的蜜很好吃的。啊，这个饭就煮好了，你懂吗？你们在家里这个锅有保温的作用，不要一直煮它太久，太久你们浪费煤气，好、啊、都可以的。水刚关火，有味道就关火，好吗？都可以的哈。我再盖住啊，再盖住啊，因为熟了。OK， 我这个跟它炒一下。哦，他的刀是从West Coast 726那边跟你买的。也是刀的、嗯、很多啊。很好用啊，用几年都不会坏的，你懂吗？那个砧板也是了，我家里这个砧板2年多了，我很少用肥皂洗的，只有肉类的东西用肥皂洗。我砧板只有一片，我反过来切水果，另外一边切肉，因为我不喜欢很多东西。我家里其实啊，没有烹饪的时候，我这个东西都没有嘞，没有嘞，一个都没有，我放在厨里面嘞，我不喜欢这边很多东西的。我跟你讲，一个星期给你买了8个，也、yeah, 都是这样，谢谢你们，感恩，开心吗？买得很开心啊。Edison Chopping Box 还有吗？有 Chopping Box 下个月都到，因为群众要求 OK， 我跟老板讲，有来，咱这个叶子放进去，这个啊，咖喱叶要放下去。哦 ，Jessica 说用4号的来煮叉烧肉，很棒，很好吃。很棒啊，太棒了。太厉害了，我还有一个 King 的那个，哇，叉烧肉做出来冒泡了，他用那个黑糖椰子糖
有椰子糖做，你们自己去揣，因为我不要做肉做太多，家里没有人什么人吃，肉菜太多你们浪费掉。这个还可以，我家里的其实以前如果我没有烹饪的时候啊，我家里很少吃肉啊，我吃菜多，肉很少吃的，只有熬汤，熬汤，家里的熬汤，每天都熬汤。所以这个放下去炒，这个啊，这个你们在家里啊很香啊，我放辣椒啊，花兰尖辣椒，辣椒也放下去嘛，所以这样才有味道嘛。OK， 看到吗？我放一点 butter， OK， butter 放一点。蚂蚁上树。啊 ，Christy 问啊，啊 ，Christy 讲她的包收到了，谢谢你。耶、yeah, 啊，开心啊，太美了。啊，很少有这么好的窝哈、啊，我跟你讲哈。不用用铁的就对了、哦、啊。嗯。它不粘锅了。不粘又省水，赶紧下单，卖完没有了，保证嘞，哦、啊，保证嘞，因为我不可以在这边跟你讲。有吗？你懂吗？保证的，我讲保证就是保证。他那个可以用 induction 哈。嗯，他的我就不要买 induction。如果你家里的是煤气炉一电子炉一个，不要买哈。等一下买回家不能用，我不能退货啊，没有办法退货啊。我请人家八块呀、啊。有一个顾客讲我没有听到咯，我说你我去你家拿，你要还我八块哟。好、哦，谢谢你们哈。好了，这个好了。煮麻鸡也很好吃、哦。很好吃的哈，我这样就好了啊。那、嗯、我现在放一点点糖。放一点点糖，糖啊，自己配味道啊。我是老鸭老鸭的功夫，没有功夫没有技巧的。我是阿嘎阿嘎做人，都做做人都是这样，这几年都做得很成功，很成功。OK， 胡椒粉。曹慧珍哦，他问还有去巴萨， okay? 现在是没有了。我量的现在六个月都没有去巴萨卖的呀，谢谢你们啊，快点基金。然后啊，放一点盐。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啊，就要在晚上卖。晚上找我，很容易的。OK， 那我放一点这个都放了啊。OK， 哇哈，这个味道美到王啊，成功到王啊，不用很大的锅，也不用洗到半米，对吗 ？OK， 搞定，这个做好了，哇哈，我吃一口啊，不好意思啊。如果你们懂得哈、啊，用 Facebook 啊，最好进去 Facebook 和、啊、Messenger 里面订。很棒嘞，很香嘞，真的嘞，阿弟，美女们，这一道菜一定要做，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OK， 这个炸好了放下去，蚂蚁上树来了。主持人啥问，可以直接跟你们拿货吗？可以的。可以啊，你我住家，住加浪 DIY， 哎，加浪 DIY 这几天很旺嘞，哇，很多人来，不好意思啊。来我家楼下，我拿下去给你，好吗？他现在用的这个，这个四号，快要完了。这个完了，今天结束，今天也结束了啊、哦！今天这个四号结束。请问这种锅可以进烤箱吗？可以，这个你们拿来烤蛋糕。顾客巴塞利的那个，做那个圈圈的，放在我 Facebook 的，他蛋糕烤了哈。它整个窝拿来放烤蛋糕。你的玻璃盖不要进烤箱。啊，玻璃盖不要进去啊！你用那个锡箔纸包住，锡箔纸包住也可以的，不要包也可以。四号可以煲汤吗？哎，可以。那天有看吗？我煮那个肉骨茶汤很美，哦，家里的都可以的、啊。OK， 冒泡好了。可以用现金吗？现金啊，嗯 ，OK 啊，然后你们在家里这样啊就好了啊。哇，美到完哦！哇，要不要去吃啊？ Yes， 可以煮的。好、啊，要不要去外面吃啊？要吗？看到吗？你流口水吗？要不要来我家？要等疫情过后哈。政府讲啊，可以来我家，你们才来呀。我再灌一点芝麻。哎，我不会煮的人嘞，真的不会煮嘞，没有骗你的。我在巴萨啊，我烹饪啊。我不煮给安迪嘞，我只嘴巴在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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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就跟我买窝了。我做马吉做一下，安迪就跟我买窝了。OK， 芝麻放一点下去，美到完哦。哦，哇，开心到完哦。哦 ，OK， 开心吗 ？OK， 我现在讲价钱给你看，很多安迪在期待了。OK， 我现在讲价钱。啊，你们留意听哦。看，美吗？美哈、哦？跟我分享一下，有吗？有看我吗？我自己播好了，我晚上看呢。晚上你们要分享出来的，哼，这个就是我，叫什么？
蚂蚁上树。OK， OK， 好了，一个菜好了，这个菜好了啊。OK， 来讲价钱来。OK， OK， 讲价钱。OK， 你们今天如果要买的顾客呀，我这个现在我炸东西的这个，我现在呀，包括盖25块，这个 CB 一号，包括盖25块呀，这个25块，好吗？25块你们可以买，25块。然后啊，还有 CB 2号窝，二号窝我里面有煮饭的，4杯米都可以煮得到，这个4杯米都可以煮得到啊，这个一样的价钱25块。一样的价钱25块呀 ，OK， 这个也是25块。然后这个就是我煮的这个四号的锅，那么货现在也不起了，因为没有货了，货仓里面没有了，35块，剩30个呀，剩下30个，然后今天一场就完了呀，35块 ，OK，OK，、okay? okay, 还有这个就是我6号，等一下我炒果条，很多果条，这一包的果条都是用这个窝炒才可以炒得到，这个一包果条啊，耳房可以炒得到吗？这个多少钱？今天这个40细扎比较大一点，比这个窝大一点，是40块呀，40块，快来抢，这个好漂亮，好漂亮的。OK， 然后你们在家里呀，这个最后20个的也是20个顾客呀，这个大的窝炒菜的窝，现在32cm。现在外面卖好贵了，快点来抢，50块，我炸，电子炉、煤气炉都可以用，50，这个 NW 一号，二号一号卖完了，二号，50块呀，50块 ，OK， 那还有这个，这个也是剩下50个，这个平底锅要写平底锅啊，欢迎干啊，这个很好用，这个也是很好用，煎东西呀、啊，煎鱼呀、啊，炒饭啊，做那地巴搭，这个也是很美，这个30块 offer 给你们，30块呀 ，OK。If you guys want to buy the frying pan, like the stars, you want to buy the frying pan. 如果买窝的人一定要买，因为外面卖29.9，我现在15块给你们。因为很多人疫情在家里，哇，家里的刀不利，很悲催，切得很悲催。我跟老板讲，快点飞机送过来，这个卖你15块，因为你在家里有的切，有的什么东西很棒的，很多人买。韩国这个花不会脱的呀。好 ，OK， 然后如果你买。这两个窝今天不算了呀，这两个窝今天如果你买三个我这边的4号、6号 NW 度一起买，我们三个我们可以送二号也可以，你要不要二号你送一号也可以的，好吗？因为我们卖完了没有货了，谢谢你们啊，还是买三个送一个好吗？二号一号你们不可以买两个啊，对啊，不可以买两个的呀，因为我那天讲买两个，我算下去两三个窝才70多块80块送一个，我再请人家送，我还要倒贴嘞，姐姐，你们买了我那几天都是倒贴钱嘞，我算一下没有赚钱的还要倒贴嘞，拍血，好，那今天就要买4号、6号，好吗？还有 NW 啊，我现在炒东西给你看，呀、yeah? ，哪个 ？FOC 有没有什么？你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不可以买啦，可以买，一个25块。如果你要 Android FOC， 这个要不要买？可以买的，可以买，就是这个可以买，啊、这个可以买，这个可以买。啊，对，不是，我跟你讲，买这边的这几个，比如说我现在我要买，我4号要买两个，我4号要买两个呀、啊，然后啊，我这个也买一个，总共3个嘛，3个窝嘛，我可以送一个这个手柄的窝也可以，你不要手柄的，我可以送2号窝也可以。只能买4号啊，6号。跟 NW02对，然后你买这3个窝，我送一个给你，然后你再加下去，我还要再买几个2号跟1号的，可以买，好吗？都可以的哈。啊，美容霜包包的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哦，没有啊，这个是我自己用的，很好用啊，25块嘛，啊，很多人知道的。OK， 我现在这个做好了，我炒菜给你看。刚才有位说，哦、很美。运输费那个送货。啊，我今天都用这个小的煮，因为小的要没有了，我现在用这个小的煮，很漂亮的窝哈，很美的。我现在蒜头放下去炒菜给你们看，美到完的，这个快点抢，剩下300多个了，一下子今天就完了，啊，今天就完了哈。因为没有货了，我今天跟老板还呱呱叫了，他说没有了，不要呱呱叫了 ，OK， 可以要有气质了。他说要有气质的，不要呱呱叫。他天天都在看我们。OK OK。我
我老板娘韩国老板娘也是吉星，我也是吉星，我跟她一样的属鸡的，她也是属鸡的吉星。如果你只买四号跟刀没有哦，啊、没有这个FOC 的哈、啊，没有这个 free 的。对 ，OK， 我现在蒜头，哎，蒜头我刚才拿出来是哪里 ？OK， 我现在炒菜给你看啊，可以炒这个小窝不错嘞，可以炒这么多菜的，我韩国窝嘞，不用担心，美大爆冒泡，很美的窝，外面买不到嘞，外面没有这么深，因为我这个做的很深。Yeah, sorry, yeah, English, now she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you. 你们粤语、如果英文的顾客不好意思，用眼睛看 ，eyes, see， 我不讲，我讲的，我讲的不三不四，等一下阿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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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同胞会听，我在在那个巴沙啊，很多马来顾客跟我买窝，阿嘎阿嘎啊，嘎嘎阿嘎阿嘎 ，OK， 你 see， 我跟他讲 see， very good. You can refer to our this Facebook. Okay, Can see the pages there. There are the introduction or 我儿子都会讲啊，我儿子他们都会讲，我老公都会讲英文，你不用担心。好，这样这个爆蒜头看到吗？我现在炒菜，炒菜半熟爆香的，这个这么多的菜都可以炒得到，这么多啊，这么多的菜都没问题的，美到完的，美到冒泡的，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我跟老板讲，一分钱没有赚，我开心啊，因为会说不吗？我很有名吗？OK， 这个蒜头爆香的，这个有水也不用怕，我里面有水呀，你看我有这么多水呀，它也没有油烟的，你看看到吗？有水也没有油烟的，保证呢，没有关火的，别人还要火还会关火的，没有关火，让你们回家，让你们回家也是这样煮啊，很美的啊、哦。所以最主要你们买回家开心。OK， 这样炒。炒了，等一下，放味道，放一点盐，放一点盐。我炒菜都是这样，啊嘎嘎就好了，放一点盐啊。OK， 放一点盐。你们在家里放一点蚝油咯，蚝油咯哈都可以的。拿完，因为我这个里面没有水分的，没有水分的，我加一点水，加一点水。然后你们在家里，我韩国窝盖子跟它盖一下，这个盖跟它盖一下，冒烟上来菜就好了，很容易的，很生分的 ，OK 啊，因为这个我也玩了，买货都20多块，你懂吗？这个买货都20多块，你懂吗？啊，我尽量给你们分享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帮我 like 嘞，要帮我分享。要帮我来改天买韩国东西不会后悔的。你看我美容膏妹子卖出去，每个安迪擦得很美，很多安迪都买了几支送，因为它22年过期吗？今年讲20年吗？哈、哦，很好用的。艾德琳要买两个4号，1个6号。有没有送去我家？有，还有送一个你自己喜欢，你喜欢一个饼的，你喜欢2号都可以的，好吗？送这个喽。怎样付钱？你如果你跟我儿子 Facebook 那边订也可以的，好吗？菜好了，没到完的快点买。等一下我现在炒粿条给你看呢。我老公讲你不要煮这么多东西吗？我天天没有煮这么多东西，我睡不着。我每天都有东西煮的很多，我喜欢。我里面网站里面看一下，我要煮什么东西，我就煮咯。今天这个昨天刚刚看的，脆脆的，很好吃的，这个要煮啊，很香。你如果不要吃猪肉、鸡肉了，你算去羹啊。OK， 好了，菜好了，完了嘞。我韩国我煮东西很快的，马上好了菜的，你懂吗？这个菜炒得很好吃嘞，这个呀。你们在家里呀，一下子就暖了啊！那我现在放一点蚝油，一号、二号一样高啊，一样大，一样高，一样，你看，姐姐一样的，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啊！你们在家里一样，二号都是一样的窝来的，都是18CN， 因为这个是韩国在卖的，煮的东西韩国泡菜呀，煮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吃的，好吗？在韩国卖的，我这一次订错了，18CN，来错了，新加坡从来没有卖过的。OK， 这个蚝油放一点。素的蚝油在哪里？哎，不是，蚝油去了。老板娘是不是在巴下卖？呀，都有很多人了。OK， 我这个不炒了，这样盐放一点，就放一点这个，没有蚝油就放一点这个，把这个菜煮好了。流行的，保证流行的，我在外面啊，哎呀，迷死我买窝啊！第一很美吗？
第二会重，很多老人家喜欢我的卧不重，很重没办法重，没力没力气，你懂吗？最主要你们买回家煮一餐不用抹地，这个很重要，你懂吗？什么都不重要，不用一直抹抹抹，这个很重要。哦，好了，菜炒了。哎，安迪，妹妹姐姐们，很多东西的可以吃的，不用担心啊。这个我也是煮很多东西的，都可以吃得到啊，很美哈。OK， 我冲水就好了，不用什么洗的，冲水肮脏就没有了。哎，你说呢？买六个煎锅。你看这个、你们买回家这样，家里的不拿一个，因为我家里的我很少用肥皂洗，懂吗？你们就是这样，好吗？很干净的，因为我本身回家一罐用很久的，我看安迪整天玩买回家回家那个洗碗水呀、我很少买回皂的，我一罐回皂都用很久，我用布布，你们在家里每一次布都要洗洗的，然后还抹锅，好吗？你看很干净哦。OK OK， 好，好了，安迪都可以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的，这个菜就煮好了咯，你看美吗？好 ，OK， 那我现在两大菜了，还有煮什么东西啊？我刚才想了很多，炒粿条，炒粿条给你看 ，OK， 那我这个锅就不炒了，用这个锅炒粿条，我现在用这个啊，这个六号锅因为比较大，你粿条放下去很多你都可以炒得到，这个六号，那么是干六号啊，放下去炒，很美呀。漂亮极了，然后你把布拉沙冰在下面给他们看啊，哈哈 OK， 那我现在这个跟他抹干净，他这个玻璃盖先放住这边洗，等一下要洗一下，来布抹一下。 NWGO2 他现在没有盖子，要等下个月好货才到啊。如果你不急的话，顾客呀，如果你家里有32的盖，你不要买盖一样的塞奶的，你懂吗？如果你不急，等下个月我们20号开张，那大的窝来的，大的窝来的哈，大的窝来的。如果你家里有32的盖，你敢敢买50块，快点买，好吗？因为下个月这个窝都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货现在呀，做的很漂亮的窝，好吗？这个窝一样的我也有做 ，NW 这个二号还有做，好吗？我现在炒粿条给你们看，炒粿条我就啊，这个粿条你们买回家的时候，如果你拿来洗一下，你拿来洗的，你洗呀，洗的地干它，拿来炒，放下去炒。我现在呀，我放下去，我没有不用放油的，这样跟它炒，好像耳黄，好像你外面去打包，隔壁店打包那个耳黄，我教你们煮，很棒。OK， 我现在去哪里剪刀去哪里？我儿子很喜欢的，他昨天自己我跟他去 NTC 买嘛，他看到我，妈咪很大嘞，27岁的，妈咪，OK。很多位问怎样下单啊？下下单，如果你可以啊，你飞书部那边下单。如果不会飞书部的人，就哇塞给我，好吗？哇塞给我哈。哎呀，全部都进了，全部都进了，进到完了。OK， 进到完，一包很大的，多少 kilo？ 1 kg。哇，这个我可以炒得到啊，那个我是炒不到哈。1 kg 可以炒得到。OK， 一样的料啊，一样的料，很棒很棒的料，一样的料哈。OK， 我现在拿来炒。Facebook address 啊，就是你们现在在看的那个 Facebook 就对了啊， LFK Singapore， 这个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address。OK， 这样炒啊，你炒，炒好了，你们在家里不要放东西先，不要放材料先炒这个炒得很香，等一下拿出来。如果你喜欢一盘一盘的耳环，这个炒好了放住那边，然后你们家里做酱料，做那个海鲜。再放一点薯粉，添一下，放一个鸡蛋，放下去，做好了，点进去，一碗四块的，自己家里很便宜的，懂吗？最主要健康，家里这个拿来洗一下，啊、都可以的哈。它不粘，你不用放油的，放下去炒都很漂亮的，粿条一滴都没有不粘的，有酱的味道，不要放油炒啊，有酱的味道，好吗？都可以的。我们很多安迪都在外面打包这个鹅粉，好、哦，鹅粉，它都可以炒得很漂亮。这个快点买，这个也是很美，也是很多人喜欢的窝，很多人母亲节那时候卖的，不好意思，因为老板又来，好、哦，又来哈。
跟它跟刀一起来的，跟刀一起来的，因为货仓在里面，我也看不到。跟刀一起来的，货仓在里面，我看不到我不可以和进去爬，我刀在外面，我刀就拿出来那里了。美妈，你们在家里炒粿条、炒面，这个就是你家里的。如果你喜欢那种鹅粉呐、啊，好像去隔壁店打包那个哦，啊，都可以呀、啊。你这样炒，先炒先，炒好了放一点啊，导游放下去炒，炒好了，然后往一盘一盘放，然后你家里的做那个酱料，做那个海鲜酱料，还有那个肉的酱料啊，牛肉的酱料都可以的，好吗？自己拿来做，很棒的。等一下我炒得很香的，很香的哈。我就现在放一点啊导游进去，酱油啊，酱油就可以了。它不黏，酱油也不黏。四号跟六号的高度一样吗？不一样，会高一点。高一点，也阔一点，好阔一点哈，啊那样也多，因为这个放下去炒不到。这个量炒不到，我炒不到，没有看到吗？看到效果吗？看到哦，开心吗？等一下教你们煮甜饼，甜饼很好吃的，我很喜欢吃的。OK， Alison 两个 ，Preston。两个是吗？应该是。哎，看到吗？有看到啊？美大王啊！哦，很开心的，帮我分享，帮我爱，爱出去，保证了你开心的好吗？啊，我还跟老板讲呢，很棒呢，很开心呢。OK， 然后你们在家里这个炒好了，这个这样炒完，炒一下啊，炒一下就可以的，关火，关火哈。然后我现在用这个窝囊来炒料。啊，再跟它倒过来，倒过来。那、啊、这个现在我跟你倒过来看看啊，倒过来看看这个分量。我以为阿嘎阿嘎，我总知道这个量比较多，这个量比较少，好吗？这样放下去，这样。你自己喜欢啊，看到吗？看到吗？啊，然后这个比较难翻一点哦，这个量比较容易翻哦，你自己喜欢啊，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买东西。好吗？好，都可以的哈。那我现在拿来炒料。Gas 炉可以用。煤气炉最棒，不用很大的火，很大不用很大的火。然后你家里的没有油烟，好吗？保证喜欢。好，如果你家里的喜欢炒那个娘惹的鸡肉啊，这个窝很漂亮，炒出来一只鸡都可以炒那个娘惹那个黏黏的鸡肉，没有咖喱汁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安东的那个什么不知道了，反正很棒。很棒哈，那我现在放下去炒这个炒，你们在家里这样看到吗？看到有要炒到这个疤，有这个疤，有这个粿条变成那个有掉的味道。你们如果有鱼露放鱼露咯，我看过必点的都是用鱼露啊，鱼露拿来炒粿条，炒得很香。这个鱼露啊，这个鱼露，刚才我忘记了，我应该要用鱼露拿来炒粿条很香哦，都可以的哈。OK， 那我现在呀放下去锅里面，我给它油一点，我鸡肉先放下去炒一下。你们买三件啊，就可以送一个小的锅。快点买，值得。啊，18元手柄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我现在这个鸡肉我也是切肉肉的放下去，如果猪肉啊、鸡肉都可以的，海鲜啊都可以放下去炒哈。我是炒干的今天。不是做鹅粉是那个哈。All color box come with the lid, come with the cover. 都有，这个 colorful 的全部都有给你盖子，一套一套来的哈，都可以的。六号是24cm，也是24cm，它比较阔哈。40块啊。40块啊，谢谢你们啊。它不会重啊，六号不会重。保证的不会重的，你不用担心，没有一个顾客不喜欢，保证的不会重的，又好洗又不会重。还有啊，家里也不用说吸油机一直开的，没有开的，因为我吸油机在这边嘛，我没有开的。还有一个呀，衣服不用一直收，好像你家里的厨房在这边，你的莫克利那边衣服晒的不用一直收，
包这里。啊 ，I need your order， 你可以进去我们 Messenger 哈。啊，我儿子、女儿都在里面了哈。啊，你不要在、不要在 comment 边 order 哈，因为我们这边 comment 哈，等一下机关掉就没有了哦，看不到的。啊，这个放下去炒。不好意思哈、哦，要进去给 Messenger 才可以。OK 啊，然后 OK， 这样炒一下，鸡肉炒一下，家里的肉类的东西炒吗？对吗？炒好了，家里有海鲜炒粿条都 OK 的喽，好吗？都可以的。最主要玩的开心，要煮的开心。我们疫情在家里煮嘛，我故意跟老板讲了、啊，快点刀拿一点过来给顾客。你看很多阿弟跟我讲啊，家里的刀不利呀、啊，被扯呀、啊，煮的都被扯呀、啊，切东西都被扯呀、啊。OK 了，我刀就拿一点点喽。啊 ，Alice 啊，只要你们买锅买电啊，啊这个好。啊，刀你们快点买，啊、刀很值，很值得买的。啊买锅买电啊，我跟那个刀啊，三件我们就有这个 free 的给你一个，啊小的十八 cm 啊，这个十八 cm 刚才炒菜的咯，菜炒出来不会变色的，没变色的哈，没变色的。OK， 这个鸡肉我先炒，鸡肉炒的美美哈。那是为什么？这种锅有点是没有油烟是吗？保证嘞，因为每一个顾客都有买过的，你懂吗？我也卖了，把母亲节到现在卖到现在了，每一个顾客都喜欢，有的顾客家里买了八个十个呀，哇太开心了，从来没有这么开心的买锅。喂，你问成色多大？24cm一样的，两个 size 一样的，因为这个比较阔，这个有边比较阔一点哈，啊那个比较矮一点，这个比较阔一点。好了，这个因为我放下去炒那个肉类的东西，肉类东西的炒得美美，等一下粿条放下去炒，1kg 的粿条都可以炒得到，不用担心啊，不用很担心，这个窝很小啊，不用。好、哦，等一下我们再收你们了、啊、这些、不同 size 的。OK， 这个肉炒得很香的，肉炒得很香的哈、啊。然后你们在家里，我是没有什么油的哈、啊，家里的那个这个是蒜，蒜放下去炒，好，我就这边放一点油，因为里面根本没有油也不好吃。我现在蒜放下去。蒜放下去，我就跟他定两滴油。老板娘有石锅，我们的这个 Megastone 的有这个炒锅油。石锅不流行，不流行，石锅啊不流行。青色是24cm。OK， 好了。我想买四号、六号。这个才有可以，可以，都可以送。这个买二号不算啊。二号不算，就是今天就是二号、一号，我们给分享给你们，送给你们。如果你这边的四号、六号都不要买，你直接买二号、三、一号都可以的。好、啊，你交付那个运输费好吗？没有送啊，我没有办法送。我昨天算一下，还要倒贴，因为有的顾客买了三个二号，送一个一号。哇呀，四个窝才75块，我去算，哇，我还要倒贴钱。75加8块83，四个窝83。我以前啊，摇摇一下在83一个窝嘛，28块就很多人买了。谢谢你们啊，最主要你们要跟我开心，我不要亏本，亏本我也没有钱赚，懂吗？好了，这个整肉类的东西也炒好了，那我们就主要玩的开心。I will go to our this Facebook page now to see the prices and the different type of box and the what the products we have.很容易的啦，阿嘎嘎就好了。我还有一个顾客跟我讲什么，每天都可以穿美美的，头发不会臭的。哎呀，那个顾客很好笑的，跟我买过很多锅了。他那天我不是煮咖喱那个锅咯，他买一个咯，40块买一个，然后跟我讲什么，你们8块过来，我出，然后啊不够嘞，又买了3个嘞，昨天又拿来包水饺，煎水饺吃，很好吃。啊、如果你们会Facebook 就在 Facebook 里面做啊，哇塞会比较慢。哎呀，跟你讲的，我这个放了吗？这个放了吗？跟你讲的又忘记了，因为今天孩子喜欢吃，我要煮特别一点，等一下会讲的。哎呀，妈咪呀、啊，有没有味道啊？我要不要放一点豆瓣酱啊？要不要 ？If you know how to use Facebook 啊、to take we can take order from there.If you WhatsApp us, okay, 我放一点这个辣椒辣椒酱，放一点下去。我家里的全部韩国东西，汤匙也是韩国东西，爱上韩国。我改天要嫁给韩国人才最好。哎呀，等下一代人要去嫁给韩国人。喜欢喜欢，什么东西都喜欢韩国东西。Yeah, Ellen, you can order to PN us. Don't have.Because you made the order over here, comment, we cannot see later on.
Or you have to go to the Facebook Messenger us. The Messenger us. Okay, 我不要这么多都倒进去了，吃不完了，吃不完浪费掉，这个等着明天再尝。六号的我们有包括盖给你，都有盖哈，都有盖哈。炒一点麻辣，他喜欢吃辣一点的，香味辣一点的。六号有粉色了吗？啊，成粉色呀？粉色没有了，没有粉色的哈。只有青色，如果你喜欢，我有 olive 跟青 olive 这样啊，因为上一次我是母亲节，这个我家里的，如果你喜欢，你要证明的，这个是我母亲节买的，你要证明啊，如果你要一样的 color， 你要证明，我去货仓去拿给你们，你要证明啊，里面订货的时候顾客一定要证明，六号我要 olive， 这个叫 olive 啊。四号也是 all in 啊，不是红的 all in， 因为我家里的灯光很多，今天忘记了开灯光很多，好 all in 有两个 color， 青色跟 all in 好吗？你自己喜欢啊 ，OK， 这个是我用过了咯，母亲节的走组合咯，啊，走组给你们看，好了。How to steam fish 啊？怎样来蒸鱼？啊，没有啊，大的窝才可以，32的窝可以蒸，这个窝不能蒸，鱼放下去没有地方收了，没有地方收了哈，啊。煮汤都没有问题。煮汤没问题，等一下，我现在就煮汤给你看了，煮甜品给你看，一下子就煮好了。等一下，我试一下味道哈。零卡的是24cm。24cm 可以炒1kg 的火条，这个火条面可以炒 1kg， 啊，料很多都可以的哈。六号有盖啊，奥利卡的也是24cm，很棒，哇，太棒了！好了，出菜了，出锅了，很香的味道 ，OK， 这个就是很完美的，很用心的煮。他在做 demo 啊，手拿的都有卖的哦，都有卖的啊 ，OK， 这个也煮好了，马上搞定 ，OK， 我换一个东西，因为很烧，盘子很烧。OK， 这样好了，放过去，你自己要几毛钱就可以找东西了。OK， 六号，那我现在炒甜品给你看，做甜品给你看。现在几点了？几点了 ？OK， 我现在煮甜品，要教你们做甜品，真棒，很好吃的。三点。OK， 三点准准。哎呦，不用，五个字啊！刚才我两点多开始煮了呀、啊，你看一下子东西就煮好了，很快的。好、哦，我的韩国锅就是这样快。快准 ，OK， 那你们很快一下子就煮好了，我再换水。我现在教你们煮那个淮山甜饼啊，淮山甜饼啊 ，OK， 那我现在这边慢一下 ，OK， 我现在这个东西放下去，然后干干净净的。等一下做那个甜品给你们看，很美的。懂得价钱吗？不懂得价钱，我现在讲价钱给你看也可以的。有卖饭石锅吗？卖饭石锅、炒锅，这个炒锅，这个都是石头，这个平底锅也是石头，平底锅也是石头啊。但这个也是里面混合的，有木炭，有石头，有那个石头窝混合在一起的。这个32锅都是石头，有卡拉的窝都是那个养生窝，陶瓷料好吗？养生窝陶瓷料。OK， 我的盖去哪里？跟他盖一下。我煮甜饼啊，教你们煮甜饼。青色40块钱。美吗？美哦，很好吃的。拍照一下，帮我拍照一下，粉丝们帮我拍照一下。好美呀、啊，漂亮极了！你的饭这么卡的，耶、yeah. ，这么美、啊、OK， 我现在
现在煮那个淮山甜饼。小的有手把的是18号。啊，18，因为我的18比较深，可以做很多煮很多东西的。6号有红色吗？6号啊，6号跟你讲，刚才跟你讲 orange color 嘛 ，orange 不是红 ，orange 啊 ，orange 更青 ，orange 更青，跟这个我一样的 color， 跟这个我一样的 color 哈 ，orange 更青。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嘞，你们不要小看我这个送给你这个呀，可以装很多的。我比如给你看啊，你看啊，这个比如，哎呀，这个比如给你看，这个水，这个是500N 啊，一杯。我每次快速面可以煮2包，你懂吗？我家里的煮汤也是很大碗，煮一碗。不要小看啊，你看5001000的，1000的还可以再放，懂吗？我你看的比这很小，我很大的，很大的啊！我每次韩国面很大包，我都可以煮2包，你看，看到吗？看到吗？可以煮很多东西的哈，很多东西的啊 ，OK。但我现在水不要浪费掉，好，我放住那边。我现在煮甜饼给你看，教你们煮甜饼，很好吃的。OK， 这个你们买过的人都是山药拿来做什么？你们家里都熬排骨汤，排骨汤熬了，黏黏的，水里面汤里面本来是清清的。变成粉粉的也不好吃，你用用看我这个教你们，你也可以改天煮豆腐汤，也可以这样做，豆腐鸡蛋汤也可以拿来这样做，不要一直用那个排骨拿来熬，因为这个是新鲜的，新鲜的暖暖的不好吃，你试试看我这样啊，因为我家里的孩子妈咪不要，不好不好，汤变成浓那个，怎样讲啊，浓稠浓稠，他们不要喝的，好 ，OK， 我现在放下去。这个放下去，我要去戴一个手套，不然的话很痒啊，超级痒啊！因为我皮肤敏感啊，哎呀，这个弄到我有一天啊，皮肤痒了很久啊，我要戴这个手套戴一下。啊，教你们做。我这个砧板呢，没有用肥皂洗的，没有用肥皂洗啊，因为刚才那个咸蛋啊，不愿一直用肥皂洗。我一般来说肉类的东西才用肥皂洗，没有肉类我很少用肥皂洗。我这个先给它去掉它，去掉它，要拿一个纸袋。这个很好吃，营养啊。营养很多啊，营养啊，这个淮山对那个补气力呀、啊，营养很多很多的，你们要买一点吃，这个山药叫山药，啊，要买一点吃啊。我现在做给你们看，很好的，我吃的很爽啊，我那天吃2碗啊，2碗都给我吃到完，哇，很多哦，很好吃，很好吃，超级好吃，没有吃过甜饼这么好吃的。煮鸡用哪一种锅哦？都可以，那个6号的锅也是很美。你炒鸡肉、焖鸡肉、卤肉量比较多一点，4号的量比较少哈。4号的量比较少，一样的料的哈，一样的料，你不用担心。OK， 我这个砧板就是这样哈，等它放下去，等它放下去一起做，等一下。冲水按上去没有了，这个啊，这个韩国是要最流行的，因为很多人家里没有地方放嘛，没有地方放。OK， 我现在一个啊，跟他用大刀，要用这个大刀这样，跟他这样跟他弄。啊，哎呦我的妈哦，很粗鲁哦，有，弄到我家里肮脏了，我要拿一个纸袋装，等一下啊，哎呦我一点点肮脏都不可以的。我要家里干干净净的 ，OK。等一下，我去拿一个纸袋装，忘记了。等一下子啊，好，要帮我分享啊，一定要分享啊，分享的 happy 啊，让我开心啊，让我开心，很多东西请你们吃啊。OK， 那我现在放一个纸袋下去，这个纸袋哈，纸袋放一个下去，拿来看。粗鲁死的，
很粗鲁的一个人。OK， 这样这样啊，这样你家里的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我是阿嘎嘎的，我反正做东西好像那种啊搭帐一样的。OK， 水滚的，水滚的这个换下来，跟它再弄再切一下，这个很好吃的。你们在家里煮豆腐汤啊，这个我教年轻人，年轻人不会什么煮的，搞定，搞定啊。OK， 我又手套，要手套，没有手套很痒，我的手套呢？这个最营养的白砂，日本人最喜欢的，很有营养。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呀，我喜欢吃。Orange 六号跟这个青色六号都是一样的，一样，color 不同而已。color 不一样而已啊，那个是我家里的也是有用。好了，这个好了，白砂做好了。这个水滚的啊，你们在家里水滚很快就滚啊，就是说你们买回家东西很快就滚啊。我多放一点点不够吃，因为我家里人讲很好吃啊，我女儿也是喜欢吃啊，我女儿也是喜欢吃。然后啊，这样放进去，这个砧板好吗？你切好的东西这样放进去的，很可爱的。我砧板卖过了的，很多安迪买的，很爽啊，爽吗？很值得的，很值得，很多安迪跟我买过我的砧板了，很好用。我这样啊，每次我都是这样，冲水就好了啊，不用家里的，哎呀，还要去刷，还要什么，麻烦啊，好、哦。那我现在这个给它滚一下哈，滚一下。哎呀，这个盖一下。三号没有了哦，三号。三号也卖完了啊，谢谢你们啊。现在是一号跟那个。跟那个二号有过啊，因为一号二号送给顾客，你买三个窝送一个给你们好吗？不会后悔，送给妈妈也好，自己用很好，都可以的。一个顾客讲表演三个窝一起表演啊，家里呀、啊，因为一下子就熟了啊。我现在放下去，然后你们在家里放下去的时候，这个泡沫很多啊，这个泡沫很多要跟它捞掉、这个。你的粉丝啊问六号买三个可以送二号的吗？可以，没问题。可以呀、啊，都可以呀、啊，啊！你今天不要跟我讲，我小个买三个送一个，我完蛋！我昨天算了，给老板骂死了。我以为没有关闭吗？他说你请人家八块没有算进去了，不好意思。OK， 因为我跟他一起赚嘛，跟他韩国老板一起赚，他没有赚钱，呱呱叫。OK 咯，我说开心，这买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嘞，我自己出钱的，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啊。Orange pot is 24cm. Yeah, 一样的，它 24cm 比较大，宽一点，宽度比较宽。那个是3.5L， 我这个煮的是2.5L， 你们记得这样就好了呀。一个是 3.5， 一个是 2.5， 好吗？啊，今晚可以用 Megastone 这个炒锅来示范吗？哦，那个要等到因为没有货，不敢示范，示范了就卖掉完了。这个要等到五月二十号差不多这样啊，18、20哈，好吗？期待嘛，我会失望的，我会卤鸭给你看的。只有这个大的窝可以卤鸭吗？这种窝不可以卤鸭，好。啊 ，OK， 这个滚了啊，金棍呢，啊，这个要跟它拿掉，拿掉好了。这个你们在家里可以吃五碗，这边可以装五碗啊，五碗汤，这个好了啊，滚了哈。这个泡沫再放下去一点。他现在是放这个哦，只剩下差不多50个了。今天卖完、今天卖完就没有了哈。OK， 明天再进来的不接这个单了哦。不接的，没有、卖完了呀。今天就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汤圆啊，汤圆甜饼啊，这个汤圆甜饼这两天这个汤圆也卖完了。我做甜品做一下，汤圆也卖完了，太可爱了，谢谢你们啦、啊！有，我加一个奥利娜，六号加一个奥利，顾客要奥利的话也可以。这个是富贵青啊，也是很漂亮啊，富贵青也是很漂亮。
绿色的是现在是六号，六号。六号哈 ，OK， 放下去。哇，这个甜品做出来超级好吃嘞，米色那米色嘞，很美的嘞。这个、这个跟他泡沫要跟他。是 IV 当刚才问，如果来我们这里拿货也可以的哦。可以可以，如果你要来我家这边拿，可以啊，菜作港啊，很多菜作港顾客呀，来我家这边拿，谢谢你啊，帮我省钱八块。谢谢哈。六号可以煮甜品吗？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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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可以煮的。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的，哦、一样的窝来的。这个六号就是酿酿啊，他那边有写。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等一下高进去。这个这个有写，这个酿3.5升。有没有写？有的窝有写，有的。哎呀，这个今天这个六号是韩国名牌货，你们如果有去看到吗？有去 shopping 买吗？说不定有卖100多块，这个牌子，因为老板刚刚来，他很多牌子，你如果买四个窝都不一样的牌子，因为这个是做一个公司，你如果有去说不定看到这个 flower 了吗？这个公司的牌子啊，那个在那个伊斯丹啊，好多好多这个窝都是卖很贵，一个88，一个108，138都有的，你懂吗？我现在 offer 完了，没有了，不要找我啊，一定要去说不定买的，不可以找我买的 ，OK？啊，朱丽问子、啊，他只要买这个青色的一个，有、啊、没有送货？没有啊，自己来拿，40块呀，没有送货的呀，70块最少70块送货。下个月有新款的哦啊。新款的是大窝，大蓝大窝啊，这个窝都没有了，小窝这个都没有了哈。你看汤圆啊，不年底的，没点点的汤圆也不用搅的嘞。没掉嘞，看到吗？安迪流口水哦，每个安迪跟我讲，看到你这一个流口水，我教你的方法，你们不会后悔的。OK， 赶紧买回家，跟政府省水、省煤气，还有省东西吃，不愿意吃外面打包，很多人，你懂吗？自己家里不玩吗？很容易玩的，现在很多酱料都很好吗 ？OK， 主任，很多酱料都很好吗？你懂吗？啊 ，just contact us 啊。啊 ，contact。我儿子他们都在做了，啊，两个孩子都在做的。我女儿做保险，如果你们要买保险，支持我女儿啊！年轻人刚刚专业，啊，做了很久了，你们很值得跟他的啊！如果喜欢我的人，也喜欢他买保险哈，谢谢哈。这里啊 ，green box is 24 cm。OK， 那我现在这个啊，你们在家里这个滚了，这个滚好了啊。然后啊，家里的鸡蛋，如果你喜欢鸡蛋，打3粒、2粒都可以的，好吗？放下去，哇，没倒完。OK， 我现在糖还没有放，没嘛，自己不用转了，杀汤圆也不会粘底的，没倒冒泡。OK， OK， 我拿那个。Yes, you can use soap to wash detergent 啊 ，dishwashing detergent to wash. 那我家里的这个，我都是吃黑糖，你自己家里的喜欢的糖哈都可以啊。啊、哦，都可以啊！我是阿嘎嘎，你看我做东西是不是阿嘎？不用汤匙，不用什么，我不用的，什么东西都 OK 的，随便都可以的哈。五号锅没有了，不好意思，没有了。五号锅没有了，卖完就没有了。四号今天结束，这个结束，这个结束了，卖完没有了。Bubble Car 那个我们是28cm，也结束了，磨掉了啊，也没有了啊 ，Sorry。Bubble Car 那个我要等的话，就要等到这个6月20号啊，差不多这样，老板讲，差不多这样。我看看甜不甜啊，很好吃的。So sorry 啊 ，Jenny。哇。We don't have this box。超好吃。超好吃。然后我现在放一个这个黑糖，这个古早味的黑糖放一粒下去。这个黑糖放一粒下去。快点来买哟，要卖完了，结束了，谢谢你们了，感恩你们了。疫情在家里自己拿来煮了，顾客讲炒那个什么还也是很好，那个益盛的那个美女讲炒什么，哇，快速面拿来炒也是很好吃的，很美的。他说他家里的全部都是我的窝。OK， 现在我教你做蛋花哈。OK， 艾米，你要拿两个六号的一个平底锅，现在去拿、啊、可以，也可以，平底锅，然后你三个的也有送，好吗？啊，你不要让我亏本，我亏本就没有力气做了。他要来拿。OK，谢谢你们哦。现在要拿来。可以哦，爱你喽。
你来哪我就爱你咯。 OK， 这个蛋花打进去，哎美呀呀呀，好美呀，这个蛋花美吗？你看美吗？美女，这个一定要做给老公吃啊。米色呢，米色有时候在家里吃好了，做一点甜品嘛，好吗？我那天吃的爱上糖，我今天又煮，我吃几碗啊，吃几碗啊。要四号跟六号有没有 free gift？ 没有，四号六号你就要买一个平底锅，还是你再买一个六号送给妈妈也可以的。好了，关火了，煮熟了，好，高兴吗？好，我现在讲价钱给你们看啊。 OK， 这个是 CP 一号，你们也可以买的，好吗？这个叫 CP 一号，有盖。这个是我现在也不要起价了，因为它没有货了，25块。这个买一个25块，好，买一个25块啊。OK， 这个是 CP 一号，一号手柄窝是一号，然后这个是二号，这个是二号，跟这个一号的一样的塞，这个是二号，二号你也可以送，如果你不喜欢手柄的，你也可以送这个，也可以的哈，都可以的。然后啊，这个是我煮的这个34号 Number Four， 我煮的这个 Number Four 可以五碗啊。五碗汤啊，我等一下装给你们看，可以装这个甜品装五碗 ，OK？ 这个是 Number Four， 35块，因为今天最后一天结束了 ，Number Four，Number Four 完，今天最后一天结束了，35块啊。那这个是六号 CP 六号比较3.5厘的，六号3.5厘的40块，细扎扣，40块啊，40块这个六号啊，还有这个，你如果你家里的。炒菜窝没有了，你也可以跟我买。我炒菜窝只有 1kg， 不会重，保证了你们老人家年轻人不会重。你如果太重的话，你买在家里你很难煮的，没有力气洗，你懂吗？你家里的买的窝太重啊，你没有很好煮，没有力气洗，你就不喜欢了。这个50块，我扎哈。还有一个，如果你再不喜欢这个窝，我喜欢这个煎锅也是很好用啊。你煎都什么东西都不会碰的呀，这个窝也是 offer 呀。这个是 Firebank 啊，3扎，30块，很好用，烤东西都可以烤的不会坏的，烤煎都没问题的，不会坏的，30块。然后啊，还需要买我的窝的时候，买这边啊，买三个窝，买三个，我就送这个，你送这个也可以，你要送这个也可以。好吗？送这个也可以，都可以送的，好吗？谢谢你们，买三个呀，送一个这个也可以，好吗？我们都很值得买的，让你们开心的窝。你看我的窝，不用很大的窝，我装给你看，我可以装五碗啊，我去拿碗出来装，很多的。姐姐，这个碗够大吗？这个碗够深吗？我都可以装很多的，因为这个窝很棒的。你看它小小，我可以煮很多东西的。不用担心，不用买很大的窝，买回家没有用的，懂吗？因为现在很多人厨房都小啊哈，我装给你看，很美的。很值得啊，那你们开心了呀，很开心的。如果你们想要order 的话哦，进去我们 Messenger 去PM to order， 不要在这边 comment order 哈、comment order 等一下有没有货了？好 ，OK， 然后还有这个呀，这个一定要买呀。如果你家里的切东西不腻的刀，你会很生气的切一个东西，这个包你腻，不腻可以退货，包这个玫瑰刀也不会秃啊，这个不会秃啊，这个是陶瓷做的，这个是钢做的，怎样？刀也不会坏 ，OK， 你懂吗 ？OK， 这个15块 offer 给你们啊！疫情在家有一个好刀，很简单的切东西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很多安迪讲为什么变成这么美？因为我天天擦这个，这个美容膏很好卖的，很多安迪都买很多支的。看我的脸，就是里面啊一种就好了，不要擦很多种东西。里面有美白，有皱纹，还有防晒，58%防晒。好吗？这个买一支可以用一年，挡爆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脸就漂亮了，很亮很亮的，每天都要擦，不管你在家都要擦，给它皮肤光泽，好吗？光泽，财神也来找你，为什么呢？因为很漂亮，不会暗暗的，
你懂吗？财神爷一定要来找，好运年年都会来找你的，好吗？你脸亮，你什么脸都会来找你的，啊，什么东西都会来找你的哈。OK， 我现在装这个给你看，可以装很多网，很美的哈。反正你们不明白再问我，我都会回答的，没问题的。要不要来我家吃？这个很好吃的，超级好吃的。你不要看啊，这个四号锅啊，可以煮汤，煮很多汤的。这个是韩国人煮好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吃的呀，不是你家里的收起来的哈，放在桌子上吃的哈。来，我现在装给你看，要装很多、哦，量比较多，是六号的量啊，是3.5 liter，这个只有2.5 liter 呀、啊，2.5 liter 啊，一碗的，够吃吗？你们在家里看够吃吗？应该很多啊，很多安迪讲买回家很好用的。开心吗？这个也可以拿来，那个山药也可以拿来煮什么，你懂吗？煮那个豆腐汤啊，都可以的。因为这个那个气养，如果老人家没有气养，吃这个很棒啊，很棒啊！不要拿来熬排骨，因为我家里每次以前我也是买回家熬排骨，黏黏的，因为我家里的孩子喜欢那个汤啊，清清的，不要黏黏的，稠稠的，他不喜欢，他这个就没。哇，美到啊，美到冒泡，开心吗？哦，很多碗了呀，这边啊，大碗的装几碗了？三碗了，还可以装，跟你讲五碗咯，因为我那天我自己吃两碗嘛，那天我自己吃两碗，太好吃了。我用黑糖啊，我用布拉苏格哈，你们自己家里吃都可以放布拉苏格哈，都可以的。再抓一碗，你看美吗？还会可以抓一碗，看到吗？有看到哈，你们哈，我这个碗都蛮大的嘞，蛮大的。OK， 好了，这个也煮好了，五碗哦，这个可以装五碗汤吗？你家里的煮糯谷茶，五碗汤，这个五碗，看到吗？看到哈，你不要小看我的锅嘞。可以煮一只鸡吗？一只鸡呀、啊，一只鸡尽量用六号，我煮过了。鸡一只我用六号，还有蘑菇，还有那天我那个煮那个一只鸡蘑菇，我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放哦，那倒鸡我都用这个锅煮，都可以煮得到倒鸡啊，倒鸡蘑菇放下去炒鸡肉嘛，我都有煮得到哈，都可以的、啊、很容易洗的，你们买我的锅就是买回家很容易洗的，不要一直用肥皂洗，你懂吗？最主要买回家快点下手，送给家里人都值得。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油烟，抹烟煮在家里地上不会肮脏的，又快，煮东西一下子就好了。你家里的锅煮鸡肉还要半个钟头多，还要八个字，哇，这个在厨房啊被切呀，懂吗？不用，我的锅你买回家炒鸡肉也是一下子就好了，保证你好、啊、都可以的哈。最主要买回家啊，这个饭啊，我煮饭也是10分钟就好了，这个饭啊10分钟就好了。没有骗你们的，你们很多人买回家嘛，用我小锅拿来煮白饭呢、哦，5分钟就熟了，5分钟就好了，很快的。但就是说你们快点来买，因为卖完就没有了，保证没卖完就没有了哈。这个甜饼啊，这个一定要拿来做的，在家里也要吃一点点甜，你可以不要放这么多糖也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哈，很漂亮。然后你们知道这个价钱了吗？了解这个价钱了吗？反正买这个四号的窝以上，你们都可以买两个、三个，送一个一号的窝、二号的窝都可以。如果你喜欢要买我一号的窝，我要买三个，就是三个的价钱，25块，三个的价钱好吗？不能送的，我昨天去看，75块也送一个，哇哈！如果我我知道，我那一摊呢，我那一摊呢，零二都不算，零一零二都不算。好、哦，谢谢你们啊！我很少用肥皂洗呀、啊，你看我啊，我这个也是的，我这样啊，金色海绵我也可以拿来刷，刷哈，刷一下就可以了，干净了。啊，如果你们要自己去拿，可以的哦，啊，我们都欢迎你们。坦白跟你们讲啊，没有一个人在卖锅用电炉煮，因为电炉很多烟，很难煮。我的这个锅没到完，
哦，没到啊，我在巴萨也是的，因为我韩国我没有什么烟，我在巴萨也是用电炉煮的。你问安迪，我不喜欢煤气的，为什么呢？因为煤气我还要用钱买，电不用钱，我也是要贵。为什么要贵呢？这个我赚一点点钱了，我还要多钱，我要给顾客分享，钱留住给顾客分享。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们买我的屋啊，没有盒子装啊，我盒子问你一家$3，做一个盒子装进去的$3。哎呦，我不要，$3，等一下又你负担了，我不合算，懂吗？你不合算，哦，都可以的哈。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我家里的这个因为释放了嘛，我都是这样擦好了，我没有用回家洗，我这样洗好了用布抹好了，我放在那边，不用。很少用肥皂洗的，因为它不油油，因为你们现在都有这种啊，这种布嘛，是去油的布嘛，等一下布用肥皂洗一下就 OK 了。每天我布放在上面，你看我这样放在这边，一下子就晒干了，你懂吗？拿来抹就很好了，懂吗？你们这就是呢，这个是4号，刚才我煮甜饼的这个4号现在35块，我没有起价，本来说要起，我去货仓剩下3箱了，3箱卖完磨料了，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单多的话没有了咯。好，这35块啊 ，OK， 35块，这个卖完就没有了啊 ，OK。还有这个是3.5升，比4号那个是2.5升，这个是3.5升 ，OK。然后你这个比较过，你可以炒一包米粉，果条1kg， 一包米粉也是1kg 嘛，你懂吗？都可以炒得到。这个是40，细甲壳啊，一只鸡保证可以炒得到，焖啊鸡啊，保证可以焖得到哈，都可以的。然后啊，你也可以买这个，如果你4号6号，我还要买一个，3个送1个嘛，你也可以买这个发烟杯，这个发烟杯也是超级好用，因为我家里也是，有我的妈喽，打到这边去呀，这么厉害呀OK， 然后啊，发烟杯我家里也是用很久了。这个货啊，这个青色这个我有两个 color， 你自己喜欢，一个是也是 all in 的，跟4号一样的，也有 all in 的哈，因为这个是我用过的，在家里用过的。啊，这个，那你看我家里的用过很久了都不肮脏。这个是我家里的，每天拿来烤东西，烤煎我都要用这个锅，烤啊都可以啊，这个很好用。如果你家里的天天有煮东西的呢，这个也要买一个，30块 offer 了。你去外面买好贵，30CN 的很贵。这个你买回家啊，保证油会跑掉。油放中间会跑掉 guarantee， 因为我的窝都是很厚，底都很厚，窝不会重，很厚。你家里的平底的窝，哇，一下子油跑掉了，我就不好煮了。油跑到旁边，鱼哪里会煎得到？这个才可以煎得到鱼，好吗？好 ，understand？ 我告别人 ，understand？OK，、okay， 拿完这个是我，最名牌的货，就是在巴沙每天都在卖的，很多安迪喜欢这个32的锅，不会重。这个50块没有油烟，煮一餐不用抹地的 guarantee 包家，没有油烟，你炸煎什么鱼都是没有油烟的。这个是50块，我炸啊，我炸没有盖呀，没有盖呀。你家里如果有32的窝，有30的窝，你都可以盖，不需要一定要买盖，因为家里太多东西了，好吗？如果要买盖的顾客，不要今天买，等下个月才买，因为下个月这个窝包括盖，比较高一点钱。好吗 ？OK， 谢谢你们啊！就是说，你们买我的窝买3个，这边的窝4号、6号，还是那个 NW 都买一个，买3个窝，我就送这个1号的窝给你。一号窝可以炸，可以炒菜。我这边的菜都是用一号的窝煮啊，都是1号的窝煮。然后你们在家里可以1号拿来煮粥，可以煮饭，煮饭3天都不会超酸的，我上面有写的，3天都不会超酸，因为韩国窝来的，这个窝不会氧化材料。材料不会氧化掉，你几天都不会超酸的。好，还有这个2号是这个跟1号是一样的塞来的，2号一样的塞也是25块。如果你喜欢，我这边我不要买了，我只要买一个这个，我也可以卖给你们25块。这个手柄的窝也是一样的，也是25块，好吗？1号、2号都是一样的塞，都是25块啊。如果你要买的话，要买3个，我0.5%。如果你买1个、2个，我没有0.5%。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利很贵，我只能交8块钱，我付不起，懂吗？谢谢你们分享啊 ，Thank you 啊，哦，满足，最主要买回家，很好玩的，很多东西吃的，因为你家里的窝会氧化，你如果拿来煮淮山会变黑，我这种窝都不会变黑的，煮出来保证嘞，不会变色的，因为很多顾客买的我的窝炒东西不会变色的，
因为它不会氧化掉，好吗？最主要你们买回家一定要开心，不是我喜欢讲话，因为我的窝会感受到，很多顾客买回家都感受到，他说太棒了，太好用了，又好洗又好，还有每天打扮美美，煮东西不用洗。以前那个昨天那个安迪包水饺的那个安迪咯，我去看一下照片，哎呀，那个安迪很喜欢我的窝，他说你的窝买回家衣服晒也不用收，我可以头发，我以前煮一样东西我头要就要去洗，你头发也不用洗，这个最可爱的事情，他昨天跟我讲，我很好笑，太棒了。他一个窝家里的跟我买一次嘞，一个窝啊，可以跟我买的应该有买的十个窝了，一二三四五，他一个一个买的，因为做工嘛都没有什么钱嘛，一个一个买的。然后啊，咖喱煮的很好吃，他买三个送一个，那费钱8块钱了，那费8块，他说不用紧，最主要好用。我今天啊去问我老板，五号窝在哪一点呢、啊？我老板跟我讲什么？你卖这样，我批发也是这个价钱，批发30多块，32块美金，来新加坡都要40块了，对吗？然后啊跟我讲这样，他说我看你的 Facebook 卖40块啊，我叫你卖高，你不要卖高，还有送一个锅，这个窝也是钱来的嘞，这个也是12块美金的嘞，你懂吗？伤脑筋了。他今天早上跟我讲什么？卖太便宜的，我说又是你讲的，开 Facebook 要送一个东西给人家，人家再帮你分享吗？对吗？也要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吗？不是不好的东西送给人家，人家家里就是垃圾的，还要再拿回家做垃圾吗？不可能的啦。讲的有道理，他说 OK OK， 不要就不要讲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的属鸡，老板娘一样的属鸡，等一下讲的鸡狗会跳起来，他也在里面看，天天看。很好笑，他韩国人啊，听不怎么懂，因为他里面有请那个秘书都会讲华语的，韩国人听不怎么懂，我每次跟他很生气的，如果啊讲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鸡一只鸭，因为韩语讲不懂吗？整天啊很生气的，哎呀，很好笑，最主要要开心呐，生气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这种生气一下子就没事了，因为没有记仇的人，没有记仇的人。这个刀你们一定要买哈，刀哈，一刀一定要买呀，很好，因为不用出力，不用出力切冰冻的东西，冰冻的东西也可以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这个鸡肉啊，我今天这个鸡肉是冰冻拿出来的，我用这个刀切，用刀切都可以切得到。这个蚂蚁上树你们要煮啊，很好吃的，很好吃的。这个蛋啊，如果你咸蛋喜欢有这种的咸蛋，你们去那个新收买，新收有那个专门那个卖那个蛋黄一粒的，好、哦、啊，蛋黄一粒的很美哈、哦，你看很好哦，随便哦。这个是细鲜肉，你也可以用三层肉拿来捏到好好的，改天教你做三层肉，做的也是很好吃。我教你切薄薄的，等一下用手捏的到圆圆的拿来炸。那个也是很好吃，改天再教，因为教太多也是不可以，对吗？好、哦，最主要你们要分享多多，一定要帮我分享多多，然后分享出去，我的品牌多，我东西可以卖多，你要什么东西都有，好吗？改天要过年要卖韩国吃的东西呀、啊，都有啊，没关系的，最主要我价钱不会赚很多钱，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做生意，一起公司。比较不会什么东西，保证让你喜欢的。你看四个窝，顾客买得很开心，四个窝100块，你买回家，四个窝都快玩得起，一个窝算25块，对吗？你外面买一个窝，好的窝，这个窝啊，你们应该有看到啊。我收兵里面请一个，安迪在那边做民间柜咯，都是用这个窝做，民间柜做得很美，都是用这个窝做，因为陶瓷窝民间柜做出来跟巴萨一样的味道，巴萨那种啊，那种啊一样的味道。你可以穿，做得很美的哈，都可以穿。我上面有做啊，你们可以看上面的食谱咯，你们都可以拿来做，很香的味道，跟你家里的窝完全不一样。新疆啊，有线都烧啊，没必要 WiFi 啊，行啊。好，很漂亮哈，最主要你们买这个是我用很久了啦，我自己家里都在用的，啊，都在用的。要洗干净呐，什么东西你都要洗干净，你家里的窝很漂亮，啊，我每天都要洗干净它，好像我这个院到。因为每天都在煮给你们看嘛，也要洗干净，洗干净你要放在那边，你懂吗？不用管它，反正这个窝也不会生锈，也不会什么。我今天早上啊，威斯科的那个安迪啊，更可爱哟、哦，很早就打电话给我哦，
好问啊，这个窝都是你家的窝的，我家的窝，真的真的，因为我家的窝啊，他家里也有这个窝咯，我又拿出来炫耀的咯，这个咯，这个我三年前卖的咯，他我三年前卖的这个窝咯，奥林卡勒的窝咯，我拿来钻研咯，我拿来钻研啊，因为太多窝了吗？这个也是24cm，这个比较小一点，这个我拿来钻研啊，那个海蜇啊，海蜇用盐腌啊，腌的一整年不会坏的。没有放病除啊，一整年都不会换，放在那边，因为这个窝是健康能量，你不一定东西要放病除，你不一定病除要放病除啊，因为它所来蜜的料对身体很好，它不会换，好像我煮饭，我煮两天三天，我放在外面，我再拿来炒饭都不会坏的，你们可以揣啊，都可以揣，我放盐啊，盐啊，盐巴拿来腌啊，粗盐啊，粗盐拿来腌。Jellyfish.Okay, Julia, you have placed your order in the WhatsApp. Maybe we'll take a... 这个饭很漂亮哈。Not so soon,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inside the WhatsApp. 对对对，我们现在好多人了，两个都在满了，满了哈。这个就是说你们买回家也不会超大，也不会粘底，看到吗？看到效果吗？也不会超大，也不会粘底，就是呢，吃的一粒饭就是一粒饭吃完。你家里的饭我煮饭，哇，要死了！安迪家里啊，窝里面很多饭，等一下正水的里面可以装一碗饭。我看很多安迪家里啊，我去我的亲戚家吃饭，他里面的饭窝啊，等一下正一下水，里面饭窝都有一碗饭。你看不粘底，一定饭吃到饱。这个椰浆饭啊，椰浆饭，我十分钟就熟了哈，啊，很美很漂亮，美到完。这个是我顾客买窝。他给我的那个花，这个花，安迪给我的花，还有给我的那个咖喱叶，哇，很棒，谢谢安迪啊，谢谢啊，安迪说每天都在看你，看你很开心，真的，如果不是我是巴沙网红，卖韩国网红，每个安迪都喜欢跟我买韩国，都很多人买，我卖很多东西的。过年卖烤肉盘，每个安迪也买烤肉盘，每个安迪也买都买，好、哦，很开心的啦。OK， and now 六号几个颜色？另外两个 color， 一个青，一个青色，一个 orange， 两个颜色，一个青跟这个 orange 是跟这个一样，这个是 orange 跟这个 orange 一样的，跟我煮的这个 orange 是一样的哈。一个 orange 一样的窝来的，你可以买一些。你如果你家里的不要的话，这个富贵青很美呀。这个是我那时候卖过的那个富贵青，很美的青，很美的富贵青来的，很漂亮的，放在家里眼睛很亮。好像你如果一直看电脑，一直看电视，如果你去厨房放住灶炉，你眼睛特别亮起来，好吗？特别亮起来的，保证的。保证雷哈，因为这个很多人买。24cm 啊，飞机。24cm，这个是3.5L，3.5L哈，3.5L。啊，今天我拿哥哥卡的，你应该是说那个锅里面的饭是吗？哥哥卡的。啊。这个是24cm的。这个也是24cm，这个是2.5L，OK， 2.5L。哦，那个叫做 Butter Blue Big Flower， OK，谢谢你，苏生。啊，谢谢你啊。哎呦，刚才那个什么东西去了这边，哎呦，肮脏了，我很怕肮脏了，一点点肮脏都不可以。好、哦，最主要干净嘛，做人这个很重要嘛，做在外面辛苦。送货的，反正你买三个窝送一个窝，我们去送货免费给你们哦，好吗？啊，都可以的，这个你们刀一定要买，因为这个是一下子就卖完了，名牌刀。然后这几天很多人来我家拿，好美，他说。家里的刀都丢掉了，那个安迪讲家里的刀都丢掉了。青色包啊，是那个那个 Fox 那个是 CP 六号哈。CP 九 six 啊，对，快点买，因为一下子就卖完了，因为这个窝没有了哈，啊没有了哈，这个窝可以煮汤，可以煮这么多嘞 ，OK， 保证的哈，因为不要看小小的窝，韩国很会装的，很会装的 ，OK。OK， 他说有没有 free delivery 啊？有啊，你买70块，我们 free 你的 V 的啊，都可以的。你们都可以买，我这个美容膏也是很好，美容膏啊，防晒、美白、皱纹，让你们脸啊有那个光泽起来，
不会死死的黏，对啊，保证你，因为也不会过敏啊，有过敏的人都不会过敏的。青色会比那个现在他煮的那个 orange 还高一点点啊，高一点，它3.5 liter orange 只有2.5 liter，你懂吗？2.5 liter，这个6号那个是3.5 liter，我们量的。凉的哈，凉的。OK，IV 单坐在我们楼下了。OK，我儿子拿下去了，谢谢你哈。感恩他们都过来我家的这边的。你订的是什么锅哈、啊？我这边啊。我儿子拿下去了，儿子拿下去了。那天煮咖喱的还有吗？咖喱的没有了啊，姐姐啊，卖完了哈。咖喱的卖完了啊。那个是5号的哈。5号的卖完了，我们卖完的东西就没有了。没有到了，没有了。没有再来了，快点抢！今天抢这个4号也是3.5 liter哈，家里的可以装那个七碗汤，汤可以装七碗。到15块钱，OK， sorry。你要熬的寿，现在我们的寿已经断货了，没有了，要等了。寿也断货了，什么东西都断货了。感恩你们啊，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我老板讲你好厉害，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以前我在市马路做嘛，没有这么美，痘痘长多，还有脸斑点也多，但现在就是唯一的斑点是没有那个肥皂啊，还有那个痘痘也没有，以前这边痘痘超多，哇，到处一阵被从哪每一个月，我们女人都有月经吗？我们都有，有吗？忙不过来了，笑料了。OK， 你们快点下单，我进去了。OK， 我们就拜拜了，我们就这样下课。三个一套多少钱？三个这样啊，才不会很多，105我还是110而已，反正里面有价钱。再来讲一次，我就收工了。这个是35块，24CN35块呀，里面电话也报35块呀。OK， 35块，这个是CP4 35块。然后还有这个是CP 6号啊，6号多少钱？40块。6号啊，在那边，在我长滨6号多少钱？6号40块，细扎扣40块啊。然后你们买我这个锅也可以买，我32CN的锅也是很好用，也是没有油烟的，煎鱼都很美的。这个多少钱？50块 offer 了，50。你们买回家煮一餐不用抹地的，这个跟你保家，保证能跟你保家，不用抹地的啊。还有啊，还有这个是我一年买一次平底锅，要写平底锅啊，一年只卖一次。这个是30块 offer 给你们，这个锅很好，很棒，也是没有油烟的。你煎东西可以东西放下去先才放油都可以的，都可以的。然后啊，你们买这边总共买了3个窝，我们送这个，你也可以送这个2号的也可以。如果你不要一个饼的，我也可以送这个。如果你要一个饼的，也可以送这个。反正1号、2号都可以送的，送给你们好吗？送给你们啊，都是25块的钱送给你们。如果你要多买的话，你可以多买也可以的，好吗？好 ，OK 啊，谢谢你们啊，好。还有这个蛋一定要买呀、啊，如果有买窝的人，这个一定要买。很多顾客都买3只、4只，他说太好运了。昨天一个在做那个厨房的呀、啊，他跟我买很多只去，他说送去他的那个什么酒店，没有送啊，你要自己来拿。下个月有货来吗？没有啊，这个也是没有啊，这个一点点也是没有啊，下个月是这样的。我是不会骗你们的呀，下个月是这个大的，小的我只拿一次就没有再来的，因为韩国刀很贵的，我没有办法做，它很贵的，我没有办法做哈，15块。然后还有一个美容膏也要买呀，美容膏啊，我的韩国美容膏有美白，有皱纹，还有那个98%防晒，很好，脸光泽到完，脸美到完的，就是查这个。它这个58%防晒里面都有写的，有英文啊，不是韩文啊，这边都是韩文来的，这个也是韩文来的，我看不懂啊，我叫老板要连英文的，没有人英文会花款的呢，卖美容的东西没有人英文来新加坡会花款的 ，OK 啊，因为我们都有注册的，这个都有注册的，不用担心，因为卖很多年了，回家卖完了，下个月才来哈，然后你们买3个窝，我送1个窝给你们哦。然后嘛，来不及了呀，我们就这样下课呀，我们明天2点再见，好吗？明天2点再见啊，好，谢谢你们啊。
啊，爱你呀、啊，要帮我分享啊，爱多多，分享多多，我很高兴 ，OK， 没到完 ，OK。啊，如果那些 comment 哈、啊、没有回答的，你们可以编进来。啊，编进来，我会做给你们的哈、啊。我们的这边哈啊，太多人问了哈、哦，太多、啊、来不及啊回答你们。谢谢你们。还有谢谢我们这些粉丝啊，帮我们回答哦啊，谢谢他们。哦，谢谢你们。啊，很感恩感恩。啊，没有回答的东西，你们可以尽量的编进来，可以我们可以有时间再帮你回答哦。那么不用担心，你们如果买回家不会的话，你都可以 WhatsApp 给我。你不会煮，好像安迪不会煮，都可以 WhatsApp 给我，不用担心的。我跟你做东西，一就是一，不会让你们开心的，不会开心的。有的顾客有一点不会，我昨天休息啊，我就跟他换，那个安迪讲，那个送货人嘛，跟他压到完，有一点摇，我马上换给他，他很感激的。那个在哪里的？三八万那边的，我自己驾车去换。没事，你们最主要自己开心，我开心，你也是开心的，不会后悔的。OK， 我们就这样啊，下课呀、啊，拜拜哈、啊。一定要去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和 Messenger 里面快点、哦、快点去订的，不、啊、会后悔的。不要、因为卖完就没有了哈、啊，卖完就没有了。不要等一下啊，在 comment 上 order 的，你过了几天说，哎，我没有收到 order 哦。等一下没有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样进去 order。哇，这个饭美到完啊，很美呀、啊，放在里面了、啊、哈，四杯米呀、啊，四杯米这个饭啊。四杯米哈，啊，因为有些粉丝他在这个 comment 那边 order， 然后啊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收到货，那很抱歉，因为在 comment 边我们啊是看不到的，你进去我们的 messenger 去 order， 我们的助理啊两个助理都会啊尽量的啊尽快的帮你们啊做进去，然后啊第二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啊，如果你今天喝了，明天就可以收到货啊！谢谢你们啊，保证嘞。啊，如果你们快点喝了。如果你们好像那些年长的安迪啊，他不会做的话，在 WhatsApp 啊，他会比较长时间啊，慢慢的一个一个看，啊，也会慢慢的这个帮你们啊做给你们的。好，现在时间呢也该到了啊，谢谢你们的观赏哦，感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就在此再见。哎，今晚还有播吗？今晚啊还不知道啊，很忙啊。哦。看情况，你们八点期待咯。啊。我也没有什么煮了啦，因为没有东西煮了，都煮好了，甜品也煮好了。啊，你们期待了哦。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尽量的进来哈啊，再看看你们 Facebook， 啊，我们啊有时间会再这个安排一下。